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机核网游戏频道。加油、啊、Pro 啊，我们这一期呢，大家看标题就知道啊，是一期有关西游的事儿。但是呢，今天不是我来主说，因为上一次做完这个黑人话和其他的就是西游题材的相关挖掘之后，我觉得我已经是江郎才尽啊。虽然已经本来就没什么才，所以我发下宏愿啊，要找一位对西游有研究的学者。哎，真让我找着了。 这位老师呢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读过他的书之后啊，叹为观止。这本书的名字叫《英雄变革：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再也没有比他更合适的讲西游、讲悟空的这样一位嘉宾了。请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啊、呃，感谢白老师哈、啊！集合的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白慧元啊，是这个《英雄变革》这本书的作者啊。那我现在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 啊，那这本书其实是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时候的博士论文，嗯，啊，然后这一次是时隔应该七年之后哈、啊，嗯，啊，哎不对，二零一二零一七对啊，二零一七二零一七，时隔七年之后再版。 哎、啊，所以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来跟白老师也和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交流。啊，嗯、我觉得就是有必要让听众区分一下啊，今天在座有两个白，啊，这一期的主题是真假美猴王，我是六耳猕猴，对面那个才是齐天大圣。哎，我觉得这个其实呃真假不重要，真假难分。嗯 啊、呃，是非难断啊，才是当代悟空的、哦、呵呵人人格中的 <laughs> 人人生境遇中的呃呃一个一个情况吧，我觉得嗯嗯，嗯呃，白辉老师这本书其实它的整个的结构啊，是从孙悟空这个形象出现之后啊，然后一直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孙悟空的整个的形象的一个变化。 它里边既有我们对历史渊源的一种追溯，也有我们在不同的社会时期，甚至是国家发展时期，然后面对孙悟空这样一个文从文学走到大众社会中的这样一个形象的认知的变化。所以说，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就一方面惊叹于白奎老师他史料的收集与研究挖掘之深，另一方面惊叹于就是。 他给了我一个看待这个形象完全不同的一个切入点，那就像陈耀明老师，他给这本书写序啊，这个序其实我觉得是心有戚戚。它里边谈到就是这本书的方法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也是历史化的知识考古学这块儿的话，白伟老师，您能稍微做一个？ 解读嘛，感感谢白老师啊，上来就是这么学术，谈不上。呃，<laughs> 说到这本书的方法呢，其实呃，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呃学学院派的教他文化研究，嗯，就 cultural studies，啊、呃，因为文化研究其实是一个诞生在啊六十年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的老工业区的啊、嗯呃、这么的一个一个范式研究范式，嗯嗯嗯、它是诞生于伯明翰大学那边。哦，那我们知道，其实像在英国的伯明翰地区呢，它其实有点像中国东北。 啊，所以就是他经历了那样的一个重工业转型之后，哦、所以很多工人阶级的后代、嗯、啊，成为学者之后，他们在面临怎么去面对他们父辈的历史的时候，进行了这样一种转型。那么通俗来说，文化研究的方法呢有三个关键词，哎、就是阶级、性别、民族国家。哦，啊，那事实上，在我的这本书里，其实我更多讨论的是孙悟空和第三个关键词，就是民族国家的一个互民族国家这样一个互动关系、嗯、啊。那么，因为它有一个其实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研究的背景。 嗯，所以它背后必然是有一个左翼的知识谱系，嗯，也必然涉及到意识形态批评啊。哦、所以呢，呃，在讨论孙悟空在二十世纪中国哈，乃至二十一世纪这样一个不同时段的变化的过程中呢，嗯，我们必然会涉及到他和不同时代的这样一个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的，他总是在承载着。 啊，不同时间段的，嗯，啊，这样的一个时代表情，嗯，或者是某一种时代面孔，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啊，意识形态研究肯定是其中之一。那么，呃，孙悟空也在发生变化啊，是啊，那么有的时候他是小丑，有的时候他是斗士，有的时候他是行者，对对对，所以啊，或者是愤青啊，这个其实他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变化哈。那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关于历史化的问题，嗯啊，事实上在操作这个命题的时候，嗯。 我想过很多结构，啊、呃，想过有不同的方法来组织它，嗯、未必是线性时间的，是。但是最后为什么我还是选择了这种方法呢？首先，它最直观、最明确，嗯啊、呃。第二呢，我是觉得，呃，把它历史化之后呢，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啊、呃，不只是孙悟空，哎、可能是现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变迁，嗯，也就是孙悟空成为了一个媒介，啊、呃，成为了一个窗口。 有点像是一个棱镜，它其实是时代意识的折射。对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啊、呃，我想只有把它历史化，我们才能发现那个背后的变化。嗯、可能在这个时期啊、呃，孙悟空居于一个一个主体的位置；，哎、可能到另一个时期，比如说当下比较流行的像这种打工西游的作品，哦,哦,哦,哦，啊、呃，比如说像《小妖怪的夏天》。我昨儿刚看完《八十一难》呃，八十一难是从这个沙僧的角度哈，哎，然后像《小妖怪的夏天》就是从一个无名小妖的角度。是的，其实他们都会认为说孙悟空的故事。 和我的关系不大，诶、哎，啊，那是别人的故事，那是大人物的故事，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么我的故事是什么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啊，在不同时段的这样一个变化，只有经过对比，有参照系，嗯，历史的这个丰富性啊和和深度才能展现出来，嗯，没错儿。那这个序里边其实还有另一句啊，吸引了我的关注，嗯、就是这种研究方式呢，它其实是把历史超文本化了，对，如此一来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文本。 只是最后删节的一个提纲而已。换句话说呢，每个时代映照之下的，呃，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社会人群，投射到他们头脑或者印象中的悟空，是那个时代的反应，而非就是我们所认为的一成不变的文本之中或者是戏剧表达或者其他文艺作品之中的作者性的那个悟空。嗯，对，对我是觉得，其实所谓的这个历史的超文本化，呃，其实跟它背后的那个问题在于。 我们到底经由什么去理解历史啊？是<对>，从前我们是通过教科书，对，但是后来我们慢慢知道，随着有一些思潮叫做新历史主义，他们就在谈到说，教科书也是叙事。 教科书也是编纂啊，更重要、更重要的、更著名的那个说法叫克罗奇的说法，叫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哈，对啊,啊，啊、所以他就说明，在编纂历史的过程中，讲述历史的那个背后呢，其实还是在投射当代人的或者同时代人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和他们的想法。嗯，那我想在梳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当然是要发现啊，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和不同的时代的那种。 主流历史叙事之间的这个互动关系，哎，但同时我们可能也要发现，历史的褶皱，就是说它和历史主流叙事之间局域的部分，啊、嗯呃，那些不太一致的部分是啊、呃，所以在这部分也是呃，我力图在这本书里想要尝试去做到的，就是主流史观之中空缺的或者被人遗漏的那些东西，没错啊，呃嗯、而且就是我们如果这个作品写到最后，只是再次印证了历史教科书上。嗯 进行所描述的某一种历史发展的话，那我觉得他其实是呃没有必要再做一个这样的文学研究了。是的，所以文学和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之间的一个距离，嗯、或者是褶皱啊，就在于这个地方，它是有<错>有有待于打开的。嗯，就白辉老师刚才讲的这个，其实与我心有戚戚焉，因为我们之前刚完结了一套这个会员节目，就是那个讲布拉尼奥的，嗯、啊。 实际上，就是布拉尼奥的文本之中，它蕴含的这种像白辉老师说的历史的褶皱、丰富的信息，它会更有助于人们去理解美。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嗯，这样的一句话。那么，其实悟空这个形象，或者说是它带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文学或者艺术成就上的这样一个财富，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它的意义是在于当下，而非在于。 正史或者说是主流历史阐述的那样一个状态里，对对，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在处理这样的一个一个研究的时候哈、啊，嗯、或者这样一个题材的时候啊，我们更多的还是呃要讨论的是啊、呃、不同时代人的对于他的想象，嗯，那背后可能就是某种历史观，哎啊，然后以及填充了、投射了，嗯啊不同时代人对于他的一个想象方式，哎，那我们说这个英雄变革，这个英雄的起点。 从何开始？啊，事实上，这个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吧。哎、啊，就是每次当我讲到我说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孙悟空的时候，嗯、很多人都会说：“哦，你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哦哦,哦、啊，其实我不是，我的专业叫当代文学。当代文学在我们这个学科体制内，当代文学指的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是，那只是我采用了一个啊、呃、更加啊、呃、文化研究的方法去讲述了一个。嗯 古典人物形象在当代中国的一个变迁，嗯啊，所以我想，呃，我认为其实我们当代文学研究非常重点的两个字在当代，当代啊，当代这两个字就是呃，同时代正在发生的，然后你要有这个想象力哈、啊，或者这个判断力，呃，去捕捉到呃不同时代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以及呃里面的那个丰富的那个互动和在场感，嗯，那所以。 呃，既然我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呃《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那显然我的另外一个关键词是现代中国。对，那么现代中国，我们知道随着这我们这个历史的发展哈，我们通常比如在文学上，嗯、呃，给现代中国的一个起点呢。 是定义到一九一九，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嗯、五四运动，运动哎,哎，那么但是呢，事实上近些年来也有一些呃不同的观点啊，不同的观点在于啊、呃，他们其实是把这个现代中国的历史起点在不断往前移，嗯啊，有的人认为是比如说明末清初，哎、啊，比如说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啊这样一个点，哦、也有人认为是一八四零年啊，坚、哦、船利炮啊，鸦片战争打<开>、嗯、对打开中国大门，嗯啊、呃，那么。 呃，所以在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讲述之中，我们会发现，其实现代中国的起点也没有那么确定。是，<laughs> 那么在这里面，它也是叙事，它也是叙事。对，<对 S 1> 所以我就是试图经由孙悟空这个形象，啊，经由对虚游的这样一个续写和改写呢，啊，来和这些不同的。 呃，叙事来进行对话、嗯、<哼>啊，所以我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的时候，我就把它锁定在大概是啊、呃、晚清到啊、呃、民国初年，嗯啊这样的一个段落里面，对于呃孙悟空的一个塑造。嗯，那么在这个段落里面呢，其实呃，我我我觉得他其实是在。 正统的文学史叙述中去挖那些边角料 <laughs>，因为事实上在啊、呃、我们的文学史教材中是不讲这部分的哦啊、呃、几乎是没有的啊、呃。那我想这个不讲这个这种所谓我叫滑稽西游作品啊，所谓这个滑稽西游作品就是一些以这个啊、呃、上海为啊、呃、空间背景的，然后呢讲述的是。 孙悟空或者是师徒四人，嗯，来到上海哈、啊，目击这种都市现代性奇观的时候，他们的一种震惊性的体验的这样的一部分作品，嗯、呃、啊，那么这些作品是我在各种各样的呃晚清民国报刊的边角料里挖出来的，呃，那么我在看的时候，我也在想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史叙述中是不谈这部分的？对呃，我想这个问题可能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现代的一个理解，嗯、呃、啊，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它开启的其实是一个。 白话文啊，嗯啊，启蒙现代性啊，是<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嗯、那么，我们的文学史叙述中，经典的作家是什么鲁郭毛巴老曹，哎、呃，那鲁迅啊，郭沫若、矛盾啊等等、哎、这些作家，那么他们能够代表了或者印证了这样的一个啊现代性的叙事，是、嗯、文学现代性的叙事。对，但相反啊，呃，这种以旧人物啊，然后讲这个都市奇观、震惊体验的这部分作品，其实它就不具有这样的一种。 呃，线性规划，对，啊、呃，那么或者说，它在主流史观里面并不是进步性的那种反应，对对，对嗯、所以我们就呃回到一个问题，就刚才谈到了，嗯、呃，当你在描述一个历史叙述的时候，你总是想把它描述为一种趋势，是是一个整全的、瞬时发展的啊、嗯呃、线性的规划，对，但事实上。 每一次历史的发展，同时都会发生那些反线性的东西。是，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首先把这个部分作为我这本书的第一章，用意也是在这里、啊。嗯、哎，其实是一个应该叫复线的现代性。哎，呃、哎，就是历史不是单线条发展的。没错。那呃，比如说在这部分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啊、呃，它通常是一个新现象和旧人物的一个并置。 没错，而且是心中之旧，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又有新又有旧。对，嗯、那么呃，比如说，如果我们把呃晚清到民国初期哈、啊、这些滑稽戏游作品中孙悟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理解为啊、呃、是一个当时中国人的一个心态投射，嗯，那我想他的一个核心的呃一个样态应该是小丑啊，因为他是丑态毕露。 处于一种非常剧烈的这样一个变化之中，对、嗯、啊，然后洋相百出哈，啊哎、然后所以它是喜剧的，它是引人发笑的，对，它是轻的，啊，<对>轻与重的轻，因为就是在这里边，您举到例子、嗯、就是像这个西敏州路是恶。 这个也是《西游记》，它里边讲说，小行者出城电汽车，对，说孙悟空看到了汽车，然后没见过这玩意儿，嗯，当时膝盖一软，他就跪了下去。对，对,对，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当时特别想提出的哈，或者挖掘出的一段儿，哎，因为我觉得在在这个瞬间中，你就会感觉到啊，这个下跪意味丰富，是啊，一方面呢，它肯定是包含了一种啊对科学的这样的震惊体验，嗯，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关于现代和科学叙事之间的一个。 互动关系，直到我们的呃，近些年来依然有哈、啊，嗯、我们谈到啊、呃，科学发展观，嗯、<laughs> 我们谈到呃，八十年代初期的这样一些科幻文学，是，呃，这些东西都是一直在一起的，呃，但事实上，除了这样的一个科学的震惊感之外，他又把它理解为玉皇大帝的五云年。 嗯，也就是说，它其实就包含了一个封建皇权的东西啊、嗯。他认为这个东西其实是只应天上有的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一一个一个,一个状，啊，是一个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状态哈。嗯嗯、那么就是说，呃，他把科学这样的一种权威，或者是西方哈，嗯，呃，物质现代性的东西，<对>误认为啊、呃、是一个皇权的东西，是这样的一个认知，它已经是一个认知论或者是认知装置。是，我觉得它是具有。 时代性的，嗯、对，然后它它是一个反现性的性性呃，一个一个一个现代认识论哈，嗯、所以我觉得在另一上是有意有有必要把它拿出来的哈。虽然它、哎、虽然你看到这些作品中这些孙悟空形象，它也不上价值，它也没有现代性焦虑，嗯、然后他、呃、说说就跪下去了，他他姿态很低哈。哎、但我同时他也认为他也代表了一种一种另类的现代性，是啊、嗯。那同时可能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啊。呃 可能在处理孙悟空这样的，或者《西游记》里面这些神魔精怪角色的时候，它、嗯、和现代性的这启蒙叙事之间其实是有一种距离的，嗯啊，或者说我们在讨论具有啊现代性叙事的风格的啊这样的一些文学作品的时候，嗯、神魔精怪的形象是天然被排斥的，嗯啊，在很长时间内我们是不谈的，对啊。那么我想这背后那个原因可能在于。 当时啊、呃，很多的呃学者或者说研究者，比如像梁启超啊，他们都提出就是说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啊，啊小说是用来开启民智的。哎，之前这个吴岩老师啊，他讲这个科学小说，嗯、就是科幻起源这个部分嘛，<对>他讲说科学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开启民智。嗯、那科学小说这种新小说，它对应的是哪些东西呢？就是旧小说。对啊，旧小说呢就是梁任公啊。嗯 竭力批判的这样一个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我这里面挖掘出都是一些当时在他们看来是竭力批判的一个对象、啊，嗯啊，但是我想我想想把他们拿出来，还是说、哦、我们要我们要知道当时啊、呃、有这样的一些人在进行这种写作，是啊，同时呢，他们也尝试哈、啊，由孙悟空这样一个形象作为一个当时。 激烈的这个现代转型之中的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象征，是啊，透过他们的眼睛去观看那些都市现代性的那些奇观，嗯、上海的这种摩登的速度，嗯、啊等等，啊，所以我在想说，呃，确实，呃，我我觉得，呃，现在中国其实一直在一个呃科学的焦虑之中，嗯啊，然后科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个啊、呃、主旋律叙事，哈、啊，是我、哦、我最近有个感觉是，大概突然到了去年，我看了一个电影。 嗯，宇宙探索编辑部哦，他是一个民科形象。对我突然意识到，好像我们好像终于有点从那个科学焦虑里边走出来了。对，对因为这个部分从我的认识上来讲啊，就是我个人很粗浅的认识，就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这个科学本身作为先进的同义词，嗯、它和这个一八四零年开始这种就是积贫积弱、救亡图存。 它是语境上伴随相生的这样一个部分。那像您在这个书里边解读这块儿，就是包括说古典神怪小说所给予的想象力和现代科学给予人的想象力，被新文化运动的领军者拿来作为一个二元论的对比。那何者先进，何者落后啊？何者积弱，何者为强？这个事儿就值得探讨。那哪些东西是要推崇和赞和称赞的？哪些东西是要被扬弃的？ 这个就是像《西游记》这种古典神怪神魔小说，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罪过，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它被作为了一个批判的对象。对对，所以我是想说，呃呃。 因为它被批判，嗯，所以啊、呃，它在历史叙述中或者文学叙述中消失了。对，而我们把这个边角料哈，把它挖出来、啊、摆在这里啊，本身其实已经包含了我的一种潜在的立场，嗯、就是旧的观点这种滑稽西游对啊，旧的观点与现代的科学技术之间的一个剧烈的冲突。<对>是,的是的，是的啊，嗯、而且我在想说，其实这是这本书的第一章嘛？哎,哎，其实第一章从哪儿开始？通常。 被认为是一个作者立场的呈现，嗯啊、呃，我想从这里开始，恰恰是因为其实我是学当代文学其实离我越近的材料我越熟悉哈，<是>一定是这样的。对，但是为什么要去把这些东西挖出来？嗯啊、呃，我就想要把它摆在这里，代表了我的一个立场。没错啊、呃，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去反思一个现代性建构的一个开始。没错，因为就是谈及《西游记》研究的话，其实我们更多时候看到的是有关古典文学这个部分，嗯，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巨大断层。 直到这个八九十年代之后的有关《西游记》的研究，包括说民间对于现代文学的这样一些思考，而在晚清到呃七十年代这个阶段里边的，反而是少之又少、嗯对。对对，所以嗯、呃、我想呃把它作为第一章。很多人都问过我说，你为什么把这部分作为第一章？因为在文学研究界，这属于僭越了。 啊、呃，因为这叫现代文学，或者叫、哦、或者叫近代文学。近代文学哦，我也就是我们由于这个学科的壁垒，其实啊、嗯呃，我们跨越到别的学科里，其实这个是有难度的。呃、嗯，但是我依然觉得说，既然做一本关于孙悟空的书，嗯，啊、呃，力求全面吧。啊、呃，所以就是从这儿开始哈，啊，代表了我的一个思考的起点，啊、呃哎呃，那么其实后面可能他就开始进入到新的阶段了，呃、哎，啊、呃，那么呃。 第二个部分呢，其实是关于这个呃，一九四九年大概到一九七六年之间、嗯、啊，这样一个时间段的呃一个孙悟空的形象，没错啊，他通常大概是被一个呃左翼文化啊啊社会主义啊，这样的一些啊建构哈，啊啊、所以所改变。那么<对>在这个部分这一章标题就叫《金猴奋起千钧棒：新中国猴戏改造论》。对啊、呃，我选择了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媒介，猴戏啊，嗯、戏就指的是戏曲。对啊，事实上这个部分也是。 啊、呃，我我我想好的一个设计哈，就是我我在谈论不同的时代，嗯、同时每一个时代，我认为都有一种典型的文艺形式，嗯<哼>，啊、呃。 这个背后在，在呃很多学者看来哈，哈叫做形式的意识形态，形式的意识形态。Yeah, 原来我们认为说，好像说意识形态只跟内容相关，嗯，但事实上形式也和意识形态相关。哦、在某一个时间段内，最善适于表达这种意识形态的文艺形式，它是不一样的。对,对对对。那比如说，在我看来，在五十到七十年代，其实最典型的一种文艺形式是戏剧，戏剧啊，包括戏曲，嗯、也包括样板戏，是啊。我想这些东西可能都是。 最适合在那个年代去展现的，因为它充满了一种啊、呃，我觉得是一种戏剧张力、嗯、对立性、斗争性。嗯嗯，嗯您谈到这个形态的意识形态，就让我想到了，就是苏联的二十年代选择电影。 <对>作为最突出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表达方式，是的,是的，是的、嗯。而我觉得当下可能是游戏，呵呵还有可能 <laughs> 来了，<laughs> 没事儿，咱一会儿再说。<laughs> 对，啊、呃、所以在回到这个猴戏改造的这个问题哈，嗯、那么讨论这个部分的时候，呃，我的两个主要的文本啊，一个是京剧的《大闹天宫》哎，一个是绍剧的呃《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我在看到您这个史料的挖掘之前，我一直以为啊，《大闹天宫》它是传统戏剧。 哦，oh, <laughs> 对啊，是因为从它的内容哈、啊，嗯、呃，我们大家都以为它其实就是呃古以呃从从此古以有之，古以有之啊，啊,啊从此如此变对嘛，从来如此变对嘛，哈，这个鲁迅说的。嗯、那么呃，所以我在当时在挖掘的时候也在看哈、啊，嗯、呃，它到底是否经历了一个变化？哎、啊，后来我发现其实还是大有文章可做哈。是，呃、啊，第一呢，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啊，首先《西游记》的这个戏啊，这个作为戏曲的《西游记》，嗯，它其实。 呃，比较早的获得了一个合法性呢，是在啊、呃、慈禧的时代啊、呃，那个时候他、哦、那么早、啊、那么早对，嗯、那时候有一个莲台本戏，呃哦、叫《升平宝筏》啊。呃、这个莲台本戏是什么呀？莲台本戏呢，就是相当于是请一帮戏班子、哦、然后呢，就是这个进京给慈禧太后演出驻、哦、京演出，每天晚上演出其中的一回，所以这是一个、哦。 封建时代连续剧哦,哦，哦、<laughs> 但是连续电视剧的问题是全国人民都能看到啊。哦、那个时候他只有皇家、啊、戏班的，就只有只有对慈禧一个人对，对对,对，或者是黄国为皇金为皇权服务，嗯、对这种演出。那、哎、当然，因为他是为皇权服务，所以他更多所表达的啊、呃、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呃，孙悟空就是一个被招安的角色哦啊、哦哦哦呃，他是怎么去镇压他，让他听话、啊。所以说，在这个《生平宝法里边的孙悟空形象，其实是一个。 顺从的，顺从的，对，同居人，同居人，而且他特别是在里面谈到了很多的台词哈，都有这个内容。嗯，嗯那么到了民国时期呢，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呃，所谓的这个折子戏哈，呃，一小段儿的拿出来。嗯，那么这段叫《安天会》，《安天会》。那么如果我们对比，比如说《安天会》和《大闹天宫》这两个剧名，嗯，你就会发现它的主体是不一样的。 哦，呃，安天会的意思就是要安置孙悟空。哦，它其实是指的是主体是在天庭这里。天庭对，天庭要镇压的、就是。对，对，对，对。但是大闹天宫的主体是孙悟空。是的，也就是说他把孙悟空确立为一个斗争的主体。哦，这个其实、就是、反抗的主体。对，所以我在这个论呃这个这本书里叫主体的颠倒，啊、用了这么一个题目、嗯、啊。那么另外呢，比如说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改写哈、啊，比如说我们谈到大闹天宫，嗯。 那在原著里，它的结尾当然是被收服了呀、啊，啊、哎，啊，又又逃不出这个如来佛祖的啊五指山。哎、可是呢，在这个大闹天宫的这个京剧里呢，嗯、它结尾是改成凯旋回到花果山。哎，啊，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啊，孙悟空的斗争是不能失败的，他一定要取得胜利，因为它是有隐喻意义的。它、嗯、是一个反抗的行为，对，它是反封建的啊。嗯、对，但是这块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这个、嗯。嗯 白慧元老师的那个史料挖掘啊，安天慧这个本子的尾声，这是一九二八年的，叫猴头自作休天吊，触犯天条闹凌霄，将他魂魄煎熬绝不饶啊！他不但被镇压了，还要被算账。对啊。 这是一个，但是到了一九五六年，就是新中国建立之后，这个《大闹天宫》凯旋歌就是整部戏的这样一个结尾，叫什么呢？腐朽天宫装门面，千军棒下续一团，天将狼狈逃，天兵鸟兽散，凯歌唱彻花果山，凯歌唱彻花果山。 对，感谢、啊、感谢白老师，啊这个、对把我想说的都说了，哎、呃，所以我就觉得确确实这样的一个结尾的修改，其实是非常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嗯啊，也是也是政治意味非常清晰的，哎、那这个部分当然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我们可以把理解为是我刚才所说的一个现代性的线性规划，嗯，它是一个线性的历史的发展哈，<对>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孙悟空的形象在舞台上演出作为主角。嗯 它的戏曲造型之中，依然饱含了一些无法被意识形态改造和化约的东西、啊。哎，比如啊，那比如说，我当时在查到这个一九五六年啊，李少春先生，嗯。 啊，主演这个孙悟空啊，大闹天宫的时候，嗯，他的造型啊，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还是保留了很多传统传统民间戏曲的成分。那、嗯、重点当然不在于这些造型，而在于造型背后的意义和成规啊。嗯、比如说，他用了一个这个草王盔，哎、这个草王盔其实，在戏曲中就是指的是。 非正统的称王者，或者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哦、草莽的，对草莽的。啊、那所以它其实是一种君臣关系啊。那么再比如说，它两边有两根铃子，啊、这个铃子呢，也是所谓草莽英雄或者鬼怪、啊、也就是它其实本人包含了一个或者吕布啊，<laughs> 对，他激发了一个正邪的问题啊，呃，正正邪的问题，嗯啊，正邪的问题就是说，他其实还是呃，会把在传统这个这样的一个戏曲中，呃，他还是会把孙悟空作为一个一个有点像。 反派啊，或者这样的一个位置哈。那么第三呢，它两边还有两根那个，还有后面还有一个胡尾。哎，这个胡尾呢，通常被认为是北国藩邦的少数民族哦，所以它又有一个夷狄的问题哦。那么这些东西其实，所以说在这些方面强调天庭正统性，对啊，对。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在一九五六年的这个演出它依然保留着啊。所以我就会说，其实呃，我们看上去好像在进行一种激进的改造。 但事实上啊、呃，不只是历史传统哈、啊，或者说那些旧的民间性的东西，嗯，它依然在这里。而这个民间性和人民性其实构成了一种张力，是啊、嗯呃，民间性也不彻底，人民性也不彻底，嗯、但是它是一个觉醒或者说是一个改变的开始。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在您这个书里边谈到了这个戏曲改革这个部分，嗯、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一个方式，对对对，像这个《大闹天宫》就是传统戏曲《大闹天宫》的改编里边。 您提到说，汪偶红先生他在改编剧本的时候，直接收到了周总理具体到文本细节的指示。对对对,对，就是你如何在这个新的属于人民的戏剧里边，体现出孙悟空的斗争性。嗯，第一，你要写出孙悟空的彻底反抗；，嗯、第二，你要写出天宫玉帝的阴谋；，第三，你要写到孙悟空以朴素的才华斗败武。 舞文弄墨的天喜星君，对，对，所以就是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呃政治改革，啊。哎、同时他通过戏曲来展现出来，是的，而且我想在这里面啊、呃、讨论的这个猴戏哈，或者叫悟空戏，嗯、本身它就和。 六十到七十年代的样板戏构成一种对话，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文革时期哈、啊，这样的样板戏的内容啊，像这个《智取威虎山》啊，像《红灯记》啊，它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呢，就是它是用传统戏曲来呈现现代革命内容和革命故事，对对对。那么呃，所以我们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其实谈样板戏的比较多，是啊，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史现象，是。但是那些古典的，它也在经历改造，没错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把这个部分呈现出来，嗯啊，是很有意义的，没错。 那就像，除了京剧当闹听宫》以外，其实还有其他的各种剧种，比如说像绍剧，或者是其他的，嗯，像那个脍炙人口那个四首四首诗，就是这个《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啊，这个就其实就是从绍剧的改编里对对对来的。啊。我想这个之所以关注到这个绍剧，是因为。 啊，我小的时候看电视剧《西游记》，哦、我就记住了，首先记住六小龄童这个名字，哎、然后就听说他是一个戏曲世家，是。那么少剧戏曲片或者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主角就是他的父亲他啊，六龄童。六龄童啊，对。那么我想，这之间的这样一个延续关系，还包含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我小时候看电视剧《西游记》的时候，我相信所有。 中国儿童，中国少年，嗯，嗯最痛苦的一集就是白骨精这一集，哎，因为它是很少见的，就是在这一集之内没有把这个扣解开。对，啊、呃，孙悟空被呃唐僧驱逐，哎，然后痛苦痛哭啊，被委屈，到下一集才召回啊。是的，所以呃，八六版其实是一集讲一个故事，<对><对>到这一集结束之后都是斗罢艰险又出发。对，啊、对。 只有这个三大白骨精，<对>这这一艰险没斗了，而且是人心问题，对，就会我觉得，所以他这在我们的心目中那个印象是特别深的，哎，所以由此我们就会认为说，白骨精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妖精，是，他一定是呃。 蛊惑人心，虽然说他在就是《西游记》正史上，就是以那个文本依据来讲的话，<对>他其实并不入流，法力也并不是很厉害。对啊，所以这个背背后又出现了一个改造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看电视剧《西游记》的时候，嗯、那个宋呃白骨精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哎，他是怎么拼出来的？他是被改造的。对，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它的源头就在少剧这里。哎，他完全延续了少剧戏曲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对。对、呃、啊，这个。 《西游记》这个文本的一个重构，是那重构在哪里呢？比如说我们回顾这个故事里面，嗯、它有几个段落，其实都是从《西游记》其他的回目里拼过来的哦，也就不是属于它不是属于原文本的，对，它不是属于白骨精的故事，它是一个拼贴。好、啊，比如说上来猪八戒去巡山，这就不是，嗯、啊。然后孙悟空。 给宋，把唐僧画了一个圈儿，说你这这个，我先看到有那个表情包，哎哎哎啊，就是直接孙悟空画给唐僧画了圈儿，说我你在此地不要走动啊，什么，还有什么我的占有欲，啊、哈哈哈哈这种对，然后就是就这个画圈这个内容哈，其实也是从别的回目呃就借过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啊、呃，师徒已经发生了呃间隙之后哈、啊，间呃嫌隙之后，那么这个他的。 那个那个白骨精的母亲金蝉大仙啊，来吃唐僧肉啊、嗯，这个也是从别的回们借过来的、嗯。是、哎，那所以这些这些桥段啊，在少剧这里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稳定的叙事模式。嗯，嗯确实也是对原著的一个有效扩充。而且就是我记得在电视剧里边还有一个就是上天降下旨意的，对，天天降圣雨啊，对，天天飘黄绢、嗯，然后讲说佛心慈悲，切忌杀生。 呼吸凶徒难取真经，对对对、啊，最高指示来了，<laughs> 而且是开除他开除他创造出来的啊，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啊、呃，这个是我们去考察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所在，嗯、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来的。嗯、那么没随后呢，其实就是在呃，这个这个孙悟空三下《白骨精》的这样的一个剧目，它的一个政治隐喻的意义上哈、啊，是呃，有刚才白老师也提到了，其实有郭沫若、呃毛主席、啊、董必武等等他们的一些唱和诗，嗯，那其中当然。 我觉得比较著名的啊、呃，这个这个，呃，就是毛主席的这首哈、啊《七律·贺郭沫若同志》啊，特别是其中的几句哈啊，比如说这个“僧是愚蒙犹可训，哈、啊、妖为鬼蜮必成灾”嗯。哎，那为什么要把这句拿出来呢？就是因为当时其实我们正在。 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问题。是的，那么谁是敌？对、啊、谁是有？对啊、呃，这个其实很重要。那事实上，因为毛主席的这首诗呢，<laughs> 其实是贺郭沫若的。嗯，那么郭在郭沫若的那个段落里，他其实是说叫“千刀哎当剐唐僧肉”哈，“一拔何亏大圣毛”啊、嗯，就他认为呢。 唐僧是真是真是这个这个无可救药了啊啊！就半夜坐下来，你真该死啊！<laughs> 对啊，但是毛主席不这么认为，哎、他说呢，呃，唐僧呢其实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挽救，是要团结的对象，虽然、哎、他现在是愚钝的啊，哎、但是愚氓犹可训、啊。那么妖为鬼蜮必成灾，就是说其实白骨精才是我们要打击的对象，哎，啊，所以他做了一个区分，对。嗯、那么当然啊、呃，我想这里面背后其实如果我们把呃。 关于《大三打白骨精》的讨论，嗯，和呃《大闹天宫》做一个对比的话，嗯、我们会发现，其实前后历史上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嗯，啊，就是《大闹天宫》的重点当然是闹，嗯、对，啊，是反抗，<对>而《三打白骨精》的重点其实是看，是识别，嗯，其中他们多次有提到说。 孙悟空的戏眼是火眼金睛。哎、在这个戏曲表演中，要展现他怎么眨巴眼睛啊，哎、眼中有神呢、啊？嗯、啊，这样的一个识别。那么从闹到看，本身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从力敌到智取的问题。是啊，原来我们是要靠力量，我们要反抗，人民当家作主。嗯、那么到了呃，可能到六十年代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一个啊。呃 要要要动动脑子，讲究斗争的方式方法。对，然后所以呢，就是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从唯唯物论到辩证法的这样一个重点的迁移。啊、嗯呃，那我想这部分可能它内容就很丰富了。嗯，同时我我这里也包括一个啊、呃、所谓的形式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嗯，就是说大闹天宫的时候，它其实继承的是一个北派猴戏的风格。哎，北派猴戏讲究的就是这个力度。 对啊，但是但是绍剧这个版本呢，它是一个南派后戏，南、嗯、派强调的是灵灵动，哎、而这个力与灵之间本身也就是一个啊，所谓从闹到看，从立敌到智取啊，从唯物论到辩证法的一个、嗯。其实它也是一个辩证关系。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想这个这个、背后的脉络是蛮有趣的。啊、哎，包括说像您刚才谈到的，在当时的这样一个特殊环境或者是。 特定历史时期下，对我们说这个“金猴奋起千钧棒”，他打的是谁呢？嗯、这个实就很有很很重要的一个。哎，对你不能打唐僧，对。 你要是奋起千钧棒的话，你师傅经不起这一千钧棒。<laughs> 呃，因为你刚才白尔说那个后后,后半后半两句是“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物有重”。对，那么很多人就讨论说这个妖物到底是什么？哎，因为听上去妖物好像又不只限于白骨精。是的，啊，它是一个氛围，是一个氛围。对，嗯、那么有人就说啊，那当然就是当时啊我们这个国内的氛围。但是也有一些人做了不一样的解读哈，就因为当时中苏关系交恶、嗯、啊，所以他认为说整个在一个苏联修正主义的以及国际的呃一。 一个腹背受敌的这样一个环境之中，是的，他有人认为说孙悟空其实就是隐喻了一个中国当时的一个处境，诶、哎、啊，那么我们只能靠自己。他是其实是内外的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这样一个过程，对对,对，所以他其实是在这个部分又展现了一个新的维度，没错啊，嗯、特别是啊、呃、白骨精这个故事里面本身它包含的那个复杂的曲折的，对啊、呃、又被呃比如说和自己的。 本来是朋友，或者是同盟，哎、嗯，这样这个，然后被弃绝、哎、啊，被被刺，被被刺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在这背后那个意味是非常丰富的，哎，啊、呃，是在这里，确实，那包括说是之后。 在这个阶段，就是像白辉老师讲的这个，就是以戏曲作为孙悟空表达的主体这样儿一阶段，它其实是在六十年代这个时候，悟空真正的成为了中国的一个象征。对啊啊、呃，特别是我们还会注意到，比如说戏曲的一些造型和一些身体语言、嗯、进入到了其他媒介，比如说动画电影《大闹天宫》，哎呃嗯、它里面用了大量的京剧的城市、京剧的造型。嗯，嗯那再比如说。 啊，连环画我也注意到了这个，嗯、比如说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这里面所有白骨精的造型都是戏曲造型，也就是说它显然就是一个对少剧版本的一个啊、哦、呃,呃舞台化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绘图嗯展示哈、嗯、啊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了比如说啊他、呃、经历了一个版本的修改啊就是他在文革前和文革后的这样一个版本的修改啊此前呢可能他更注重的是这个叙事哈啊,、嗯、啊那在文革之中他就会要要求说。 呃，有个三突出原则，当时是样板戏的三突出原则，明白了，形象的这样一个，要突出正面英雄人物，啊，所以呢，孙悟空啊，要这个正面，要人物要大，啊，然后那个白骨精的所有的正面变成侧面，要变小啊，这展现英雄人物的这个一个无敌的状态啊，所以这背后其实我想都是，呃，五十到七十年代这样一个戏曲媒介，特定的时代特点，留下的一个印痕，啊，那这是。 有关戏曲，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包括说正在对话的这个真假白老师，还有还有就是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们来说的话，最为脍炙人口，也最为最广为人知的，其实应该是八六版《西游记》对。对、呃、啊，所以就不得不谈到八六版《西游记》，因为我想从大概第三章开始，啊、呃，大概进入到了。 我所熟悉、更熟悉的领域啊，因为是我的生命所经历的那个领域。嗯，因为我看这个就是，您在这一章的挖掘开头就给我震了，<laughs> 就是一九八六年春节，《西游记》在央视中央电视台播出前十一集，当时的收视率是百分之八十九点四，百分之八十九点四，其中大学文化的收视基数为。 百分之八十五点二，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人群的收视基数是百分之百，对，太可怕了，<laughs> 恐怖啊！这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一个特殊现象，所以说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化事件。当然，当然，啊、嗯呃，我想就是我觉得，之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跟当时时代也相关啊、呃。首先就是。嗯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们整个全国开始电视的普及，哎，所以呢，电视台呃那时候可播送的资源也没有那么多，是的啊。但同时，它又涉及到我们必须得有节目啊，然后深入到更广大的地区、啊，那些啊可能还没有通电的，或者是啊电视网络还没有覆盖的地区。是。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哈、啊，就是《西游记》肯定是充当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对。特别是我觉得，比如说你跟拿它跟《红楼梦》啊，呃，包括后来的《三国演义》相比哈，嗯，我觉得《西游》。 记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啊，就是老百姓会更喜欢他的认知的，对对，进入的这个部分，或者说他的民间性更强，是是是，所以啊、呃，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选择，哎、在当时啊,啊，同时它和这个物质建设进程啊，对，它还有着关系。<对>像您这里边提到了说，全国电视机数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七年，它是从三千六百一十一万台增长到一亿台。 对我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惊人的，很惊人。因为一台，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算作就是一个大家庭里可能都有一台了。对啊，那么这样，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电视啊，很多的学者也谈到了电视在一个家里的一个位置，重要的是它放在客厅里，它是核心，它成为一个家庭仪式。对，就很多我我有很多的的瞬间，我们在和父母在一起看电视的时候，也没有在看电视里的内容，嗯，而是经由这样一种方式完成一种交流。 是一个固定的交流仪式，就像饭桌是一样。对对对啊，它是一个场所，它变成场所，它是一个空间，对，它是一个场所，有情感的场所。啊，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老少咸宜的《西游记》成为了当时的一种选择。嗯啊，那么，但是呢，当然，我这次在做这个呃研究的时候，我当然就想知道说，如果我以学术的角度去切入它，嗯，和我作为普通观众哈看到东西会不会不太一样？这个是我很关心的。嗯啊，那么首先，我觉得必须要认知到一个问题，就是在。 大概中国的四大名著的电视剧改编这个问题上，在八九十年代的这些作品都是某种国家文化工程，没错，它其实是一个绝对意义上是自上而下的，是的<对>，是群策群力的，是啊、嗯，是一个推动启蒙的这样的个识，是举国之力去挖掘和再创造文化遗产的过程，对。嗯、而且我们如果回看豆瓣评分，四大名著的这四个作品，央视的这个作品，嗯、分数是居高不下，没错，肯定是成为经典了，对。但是它成为经典是有原因的，它在那个时代，它真是动员了。 啊，全中国最优秀的精英知识分子来做这件事情。<错>那当然，另一个问题是，嗯、我们通常把八十年代称之为新启蒙，哎，它再一次和五四时期构成了一种对话。呃、哦啊，因为呃，当时在文学界就认为说，有人高高呼就说八十年代是第二个五四，嗯，有这样一种说法。哎，啊，那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啊，这样的一个认知呢，啊，可能还是源于一种情感结构哈、嗯啊，就认为经历了啊，那个那个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之后，嗯，啊，百废待兴哈、啊，那么在这里面啊，民智重开，哎、在这个意义上啊，就一切都为这个启蒙服务啊，是，文化普及来服务，对，啊，但是呢，这里面还其实还是有非常丰富的矿味哈，啊,哦、啊，首先呢，就是呃。 我当时起了一个题目叫“实景的政治”实景的政治呃，我们知道这个拍电影啊、拍电视剧，啊，有的是搭景，哎，有的是实景，是啊。那么特别是如果我们看《西游记》的各种改编，那当下可能更多的也不是实景，也不是搭景，是绿幕了，棚拍，棚拍，棚大绿幕对，哎哎变成了一个数码了哈。啊啊、呃，那么《西游记》电视剧在《西游记》的改编史上是唯一一次。 实景拍摄，全实景拍摄，全实景拍摄。对，那么这就比较有意思了，因为首先，如果你去读古典文名著《西游记》的时候，它并没有明确的地理位置指向，嗯、最多就是说唐僧离开了是长安、哎、啊，但其他的就他到了一地儿，他又到了一地儿，对，就有点像，<laughs> 到底具体是哪儿呢？很难说啊，它都是一些这个什么东胜神州啊，什么就都是那个你你看，你你可以把它落实为地图啊，但是这要需要动用你的想象和考据啊。嗯、那么可是在 一九八六年的这个《西游记》中，导演杨洁在接受采访时就谈到了说：“啊，《西游记》的一个重点叫‘游<油>’，游、啊、就是游历，游遍、啊、中国的这个名山大川，是的，重要的风景。哎、所以，我当然这里面这本书里做了一个表格，我们会发现这、哦、这二十五集没一个地方是重样的。” 对，而且呢，基本上都是我们的这个四 A、五 A 级景区。啊、没错，像这个表格我们会放在时间轴上啊，啊给大家看一下。对 <laughs> 对，对这里边儿呃，像这个当时的三峡，当时的三峡，<对>这个还有是张家界呀、啊、嗯、大理古城，今天我们就是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这些景区，国家级的五 A 景区，其实都在其中。对，嗯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妙的一个选择。没错、啊，因为它的一个目标是。 特当然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祖国大好河山哈、啊，重建人们对于祖国的一种一种文化认同。没错。那么我认为这里面我当然起的一个题目叫“风景民族主义”。对啊,啊，这个词呢，当然它这个词儿我是头一次见着，您得说说，啊、哈哈哈哈您得说说、啊。其实它是有有很多国外的理论家都讨论过哈、啊，比如日本的呃研究者就会说到说这个啊啊，比如说明治时期的啊这样的一个风景的一个书写啊和他们这个对于民族国家认同的一个关系。那么在德国。 我也出现过，比如说叫高山电影、嗯、啊，就是拍摄这种，啊、呃、仰视视角中这种高山，嗯，那高山的那个镜头本身和一个当时的一个德德国的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民族、啊、认同认同的一个关系啊，嗯、我想，但是在这里面，我想它还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 历史议题或者历史情感结构，嗯，我觉得它实际是一个文革创伤疗愈的问题，嗯啊，就是因为经历了啊一九七六六到一九七六之后哈、啊，嗯、所以百废待兴嘛，呃，民众的情感其实需要修复。哎，那个时候人们对于“国家”这个词呢，其实是有有一点有一点距离的啊。嗯、那么反而他们我们要塑造这个东西，对。那么他他就换了一个词儿叫“祖国”，祖国啊。如果我把“祖国”和“国家”两个词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国家”就很冷冰冰很政治啊、嗯。对。但是“祖国呢”呢就很文化。 是的、嗯、啊，那他通过的方式呢，就是通过风景来召唤。就我们有过了这么优美的风景，看到比如说片头曲，我记得有一段就是在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师徒几个走过那个黄果树瀑布。对对,对对对对对，哦，那个是,、嗯、那,个是那个是所有人印象都极其深刻太经典了。而且我觉得我原来觉得那就是《西游记》，对，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是他们的一个书写策略，对，取景策略，哦、而且人那么小，风景那么大，对，啊，这个本身其实就是一个策略。那我想这背后的那个风景和祖国的关系，它不是孤立的。嗯啊，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哈。嗯 一九，19, 呃，大概新世纪初啊，七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两个电影，哎、一个叫《庐山恋》，哎，嗯嗯，这个实在是过于经典，过于经典，过于经典。啊、呃，号称是那个新世纪中国文艺屏幕上初吻，哈哈是的。然后是一个爱情片，是的。但是我们会知道，这个爱情故事本身讲的其实是一个啊。呃 呃，国民党的女儿和一个打成右派的一个、啊、一个家庭的儿子之间的一个关系，它、嗯、实际上讲述的是人文情愫，对，但是它通过庐山，对，啊、通过一个风景哈、啊、来展示，啊，哎、有人说是风爱情风光片、啊、嗯，但同时，但是它也包括了一个，其实是一个和解。 呃，是一个政治和解的一个问题啊。嗯、那么另外一个作品叫《牧马人》，哎、呃，牧马人》呃是根据那张贤亮的小说《灵林与肉》改编的，朱、啊、时茂主演对，对对对。哎哎哎哎哎而且《牧马人》这个作品在豆瓣上的评分，我我不观察了一下哈，大概是由于短视频时代的发展，它大概从早期的八点零左右，嗯、现在涨到九点零左右。嗯、这背后的变化，当然。 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啊、呃，我觉得是当下青年人对于爱情观的一个重塑哈。呃、啊、这个就是我们就不用深谈了。<laughs> 我觉得另一方面是因为朱时茂年轻的时候太帅了、啊，<laughs> 帅的过分了、啊。对，其实像像郭凯敏也是哈，他们那时候都是呃呃小生了、嗯、啊，英俊小生，英俊小生。<对>那么我记得就是。 朱时茂所演这个角色哈，嗯、他当时一个一个身份就是地理老师。对，那么地理老师他在电影中就是突然就是说，啊、呃，他面临政治抉择的时候，嗯、他的爱人丛山对他说：“说你忘抛不抛不,不,不下的还有他。嗯”这时候他们一起看向了一个中国地图，是。然后接下来就是闪回到了一个一个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景观。对，啊、呃，所以才我觉得这这都叫风景民族主义，<是>他们都试图通过一些。 啊，中国祖国优美的风景、嗯、来召唤出一种民族认同，是这个，恰恰就是《西游记》完成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工作。嗯，这是这个文本很独特的部分。嗯，啊啊、嗯。那么，当然另一部分就是除了这个风景之外，谁在风景里去行走呢？嗯，这就说明了，就其实八六版《西游记》想要集中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云雾群像，哎，应该叫行者，行者，行者,行者，我们孙行者、哦。关于行者的这样一个文化认同，是这个时候才。 奠定下来，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啊，我的一个理解。虽然说在原文里边也谈及很多，就是说行者或者什么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呢，在八六《西游记》的这样一个影像建构里边，是真正的行是通过影像表达出来的，对啊，对，展现出来这个行进疆域之广，嗯，以及行进之艰难，哎，因为那都是真实的景观，哎，那么所以在这里面，当这个行者行路难这样一个话题出现的时候。 那么它恰恰其实又和八十年代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发生了一个互动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八十年代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时代哈、啊，然后它是一个人们回忆起了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是文学的时代，啊，但同时又是啊筚路蓝缕的创业维艰的，对，既苦难又崇崇高的时代，啊，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它其实我在看《西游记》的时候啊，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觉得它非常微妙地保留了一些。 悲情的底色，嗯，在这个文本中是啊，在这个电视剧的呈现中，对，我想这是他的一个特色，而那份悲情就源于啊，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态，既要创造又难啊，又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但是有一种责任迫使我们要行这条路，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所以，我记得当时这个呃，《西游记》电视剧里有一集是那个扫宝塔哈那一集，师徒扫塔，师徒扫塔，然后就他就说这个。 歌词里唱到，我就想着一个扫塔有必要讲这么长时间吗？也没妖怪，妖怪也少，反正就是一个一个一个清洁的工作哈呃，因为我小时候看到那一段的时候，其实我我当时很感动，因为前边就是猴子和师傅啊，嗯，这俩人就没好过，就天天闹别扭。今天那个我今天我打死个老头你把我撵走了；明天我抓小孩你觉得这干嘛呢？嗯对，但是到这段 两个人有那种放下芥蒂、共同的为了一个目标，然后一起努力的那种温情。哇，这个特别喜欢白老师这个解读，这是从一个啊故事内部的找到这个情感线上的师徒关系的一个转折。哎，当然我觉得它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歌词哈，而是演唐僧那个人呃演员亲自演唱的。他就说驱散一个妖物吧，哈，乾坤镜，换来晴空月儿明。哦，首先他用了妖物，妖物，我们刚刚讲过妖物。哎。 只缘妖物又重来，所以它是一个呃一个对话关系。它是一个政，当然有政治隐喻。它硬核了，硬核硬核了，是历史的回声，历史的回声。哎，太好这词儿啊！历史的回声。那么它驱散了这个妖物啊，乾坤镜后来晴空月儿明，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进入八十年代啊，进入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这样一种想象啊啊。那么同时，我想呢，这背后行路难本身也包含了一个。 啊，路的问题，对，路在哪里？路往哪儿走？是，哎，这就是“敢问路在何方”的。对，啊、呃，因为我觉得这个这首歌确实是时代经典，时代经典。啊、而且他当时我，我我查到资料，他还写进了当时的所谓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材料啊，嗯、一个歌词写进了材料，说明它是一句时代口号嗯，只能说，它与当时的时代特点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共鸣。对对啊，嗯、那么呃。 那我我们怎么去理解啊？这个这个著名的这个啊、呃、这个标题哈、啊，这首歌的标题“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嗯，那、啊、所以在我的理解中，我认为它其实是和当时啊、呃、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之间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要找到突破的出口。对啊，嗯、对。而且我觉得他那个很妙的部分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啊、呃，其实像“摸着石头过河”包含了几层意思啊。第一就是啊、呃、实践。 哎，先实践，先试试先啊！第二就是试验，啊、先试试啊！这个其实与呃七八十年代的全国真理大讨论，对这个事儿也有直接关联。对对对,对对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的,是的，是的啊,啊所以，他这个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就突然就和路在脚下形成了一个有意思互文的关系啊。那么，当然我我现在在想的是，我我觉得它很妙的是啊，因为我们往往先谈到说《西游记》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说《西游记》，它如果它作为一个隐喻出现的时候，人认为说西是西方，嗯啊，就是当然我们知道最后他是去天竺哈，但是就是很多人在认为说八十年代中国也在经历某种西游，哎，就是呃全面开放然后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向西走啊。但是这个作品在当时这个歌词给出的叫“敢问路在何方”，嗯，问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路在脚下，哎、没有说路在西方。哎、这个其实很妙的。我们要的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东西，甚至在那个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氛围中，我们的词作者严肃先生，哎、甚至他保持了一种，我觉得是超越、领先于时代的一种一种反思性和质疑性。我觉得他非常敏锐，因为你在书里边其实提到了严肃老师写这个对歌词的时候一个小故事。对，对对对他写他开始写的时候啊，他写不出来，最后这个。 落的这个这几句，他急得跟屋里来回来去走。<laughs> 对，然后严肃先生的儿子就说：“说您跟这儿走，您这地上都走出一条道来了。”嗯，严肃先生突然之间想起了鲁迅的小说《故乡》的最后一句话，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对”对于是，他觉得这一个意境和取经的故事正好相符，灵感勃发，写出了“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我觉得这真的是时代之声，神来之笔，时代格言，是是是是是，令人心服口服啊，心服口服，心服口服，呃、令人仰止<对>哈。我我觉得我觉得这句话里面它非常丰富的意味，像刚才呃白老师所介绍的这个背景故事啊，嗯、呃，首先它依然是一个它微妙的和鲁迅发生对话，对，再次是一个八十年代与与五四时代的一个回声，是,是是是，但同时它好五四时代激进的批判传统，对，全盘的呃要向西走啊，对，但在这里面它反而啊、呃、保留了。 啊，某种程度保留了他的一种思考。哎，他来了一个路在脚下。哎、是的，嗯、我们最开始讲这个滑稽猴戏的时候啊，其实说到了在新文化运动这个期间，对古典神魔小说，他是持一个全盘的讽刺。 批评乃至洋气的态度的、嗯，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在这里面，你会发现，我我们其实我们的创作者啊、呃，已经开始把孙悟空或者师徒四人，凝聚为一个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一种一种,一种象征，啊、哎呃，中国该往哪儿走？ 啊，<对>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它是包含了一种饱含了一种深情的，呃，民族国家的一种认同。嗯，啊、呃，我就觉得那个东西是很厚重的，对，呃、很很丰富的，矿味很丰富的。它既具备理想主义的激情，<对>又有现实主义的考量。对，啊，嗯、太好的总结了。<laughs> 呃，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都构成了我们重读电视剧《西游记》的时候的一个入口。是的，是的呃，我们啊、呃，特别是把不同的版本。 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嗯，你就会发现啊，一九八六版电视剧《西游记》是唯一的是，啊、呃，不是说他群策群力，不是说他创造了很高豆瓣评分，啊、是因为他他的情绪色彩，对，啊，他的拍摄策略，它里边所蕴含的时代精神，对，啊、我想都是独一无二的，是，嗯，对，包括前一段时间就是微博上。 有那个就是几版《西游记》的对比啊啊、呃，就是那个之前的《西游》是西游，之后的《西游》是牛马，哈哈哈哈哈。<laughs> 对，对我那我我我我其实觉得就是确实这个时代的审美的发生变化是啊、呃。我记得当时这个呃，杨杰导演在谈到这版本《西游》就是他就说他说这版本的西孙悟空形象的重点就是要美，嗯啊、呃，所以要美要美啊。嗯、那么所以他我们会看到他在整个他这个。 面部造型设计的时候呢，既吸收了戏曲，哎、但是他把那个脸谱都去掉了，是的，他其实更更接近人的状态，嗯、然后包括他的眼睛的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妆容的设计，是是是啊、呃，那种可爱哈、啊，我、嗯呃、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在所有的孙悟空的版本中，我们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人都会认同六小龄童的版本是最接近美猴王这三个字的，是的而美猴王这三个字其实是一个创造，对，因为我们如果我们读《西游记》就会发现他其实身材也不好。 啊然后呢，尖嘴猴腮是很难看的。嗯、对对啊，呃，说一大通，然后对面的人说：“哈，你不原来那个看马棚的弼马温吗？”对，对，他之所以就是他之所以会被呃讽刺哈，啊、或者是被看不起，就是跟他的外形可能也、啊、也也,也相关，有关系啊。呃、对。对啊、可是在这个版本中，我们会认为说哦，他是一个这么美好的角色、嗯、啊。那当然，我认为这个美猴王、啊、的美背后，其实也是和八十年代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意识形态相关的。是的，因为我们当时八十年代有很多所谓的这个。 啊、呃，人道主义，哎，啊，人道主义精神，那、啊、它核心的其实就是美，它至要呃，以美启真，以美处善，<没错 S 2> 美高于真，高于善啊。<是的 S 2> 那同时还有一些美学热。 呃那种讨论，所以我想在这里面都成为了一个投影，让美猴王的美成为了八十年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呃《西游记》的一个一个重要的一个诉求，就是它也是时代思潮的一部分，对对对是这个文化作品的时空伴随性。对对对对对、嗯，得理解当时的社会状态是什么样。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呃，我觉得一九八六版《西游记》构成了我们重访八十年代的一个入口。是啊，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小时候那样一个状态啊，因为我是八一年生的。嗯。 然后八六版《西游记》出来的时候，就字面意义的万人空巷，有电视的在家里看，没电视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在铁路工人住宅区嘛啊，几家才有一台电视，啊，铁路工人收入也不是很高，然后就几家才有一台电视，是几十口的人聚在院里的电视机前面看着露天电视，露天电视看这个《西游记》，真是一种特别。 怎么说呢？真是特别美好的时代回忆。是的,是的，是的、嗯，而且就是虽然它可能在限于当时的技术哈、啊，它可能特效有限，对、嗯，但是反而我们觉得就是说，已经我觉得在它所能做到的层面，把这个文本的价值挖掘到了某种极限、<是>某种高度。是，是嗯、没错。那我们前面其实说到了不同时代的几个不同题材、不同的状态的文艺作品、嗯、文本、戏剧、电影。那么过了八十年代之后。 的西又是什么样子？哎，过了八十年代之后，我们又发生了变化。哎、确实、啊，确实是啊，一个跟呃，主要是跟随时代的变化啊。哎、所以啊、呃，孙悟空在九十年代所呈现的一个典型的形象，我认为是愤青了啊、呃，非常的典型一个愤青形象。哦、那么，反抗者，反抗者啊、嗯呃。那他当然是和，比如独生子女一代的成长，哎、和嗯。呃 那种叛逆哈、啊、是相关的，哎、所以在处理这个部分的内容的时候，我的一个理论的一个概念叫亚文化哈，啊、亚文化，subculture 哈，亚文化。那么亚文化本身也是回到我最开始说那个话题哈，文化研究诞生于伯明翰，英国伯明翰。嗯、那么它是由当时的伯明翰学派啊所探讨探讨出来这样一个研究范式，因为他们注意到、嗯、英国的六七十年代出现了很多青少年的文化现象，比如朋克音乐，哎啊，比如说这种摇滚，那么这些东西其实都构成。 成了一种啊啊、呃呃，他们不太理解，但渴望去理解的这样一个内容。嗯、而他们的鲜鲜明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们首先亚文化反对主流文化，是；嗯、同时亚文化反对父辈文化。哎、这两个定下来青年文化的典型特征。对、嗯嗯，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展现在九十年代的孙悟空形象里、哎、啊。那么我在这里面其实啊谈到几个文本哈、啊。 啊，比如说，呃，李冯，作家李冯，他其实是《英雄》那个电影的编剧啊。嗯、那么他当时的一个小说叫《另一种声音》，啊，哎、讲的就是孙悟空怎么转世的过程。嗯。那他通俗通俗的说，他讲的就是孙悟空如何从一个英雄降落为普通人的过程。哦。啊，那么直到他最后，他用了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细节设计、啊，哈，说孙悟空走到了广场上，发现他的尾巴终于消失了。哦。 一方面，我们可以从里面去理解说啊，这不是进化论嘛，这不是猴变成人了嘛？嗯，但事实上，它所付出的代价是深刻的。嗯，它本身其实包含了一个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一个。 断裂论，哎啊，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我们刚才刚刚讲过，就我的自我认知发生了一个断层感。对，他们是困惑的，嗯、同时他们找不到价值。嗯、哎，因为八十年代如果被知识分子认为是一个理想主义的黄金年代的话，嗯、那么九十年代显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下海经商，哈，当时的很多时代热词的发生，嗯,嗯知识分子的地位在下降，嗯啊，他们在面对很多选择，同时他们又。 又必须啊！如果他们做出这种选择，他们面看起来面对了很多选择，但很多时候他们没得选。对啊，所以我就这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在呃这一章的开头，我引用了那个何勇的一个朋克音乐的一个歌词。哎呀，叫就感觉白老师有话要说。我我我我我我我很明白，明白白，吧？非常明白，因为他这个歌叫《姑娘漂亮》哈，我给你念一下。这个《莫言三杰》嘛，对他说这个孙悟空扔掉了金箍棒，远渡重洋；沙和尚驾着船要把鱼打个精光。 猪八戒回到了高老庄，身边是按摩女郎；唐三藏咬着那方便面，来,<了>来到了大街上给人家看个吉祥。哎<呀>嗯、感觉这个好像白老师也是老愤青。呃，我是这一代人，<对> <laughs> 我是这一代 r o c k 我是我是听着《魔岩三杰》长大的。<laughs> <对>那我想听听您您您您您对当时的这样的一种一种时代变化的一个一个感觉。嗯，你像就是《姑娘漂亮》这首歌啊，它最后的结尾是振聋发聩的，直到今天仍然对于我们的年轻人有着。 强烈的教育意义，他倡导就是说，我是交过女朋友还是养条狗？嗯，嗯 <laughs> 对，因为这就像刚才白慧月老师讲，就是说这一代青年人他面对着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社会在变轨，那么与之相对的，就是文化景观也在产生剧烈的挪移。在这个时候，就很多人呢找不到目标，嗯、很多人找不到目标，嗯、很多人。 前半生所经营的目标瞬间坍塌，灰飞烟灭。对啊，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剧烈反差。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虚无成为了一个必然的现象。嗯、对,对、嗯，尤其在这个时代，就是长大的青年，他会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用绝望来形容吧，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嗯、但是至少呢，在相当一部分青年的这样一个状态下呢，他是无望的。 嗯，他是无望的，他不知道就是我的情绪、我的观点该向何处去，他也不知道我的未来在何处。嗯，对，那个时候也没有就是宇宙尽头是考编这回事儿，嗯、编制里边发不出工资来 <laughs> 那时候。对对对，所以说，呃，它是一个生机勃勃、看似有着无限可能的时代，但很有可能在其中的很多人并没有那么多可能。 哎呦，我觉得刚才白老师讲的这个，作为亲历者哈，其实啊，我是我其实让我很感动哈。我是这个九十年代这样一个亲历者，但你比如说像我九，呃，我九十年代上高中的时候，我每天想最多就是，我将来要去干什么？我能像我的父辈一样在、这个，在个在这个小城里边，就是继续度过一生吗？嗯，嗯很明显不会。嗯、那么我该去哪儿呢？我也不知道，嗯，我也,嗯我也不知道。对，太好了。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回到这个话题里面，就是他很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嗯、时代转型期青年的一种迷惘的情绪。是的，这样个迷惘情绪，它最后落到的还是一种轻飘飘的东西。对，它是一种虚无，因为青年没法厚重，他没有岁月的沉淀和文化的积累。<laughs>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把这部分又回到不同的年代的一个对比中，我们会发现孙悟空的变化其实有一个啊轻重缓急的。 节奏的交替，哎啊，我们刚才讲到，最开始在晚晚清到民国时期，期它就是轻的，是；但是到了这个五十到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它是也就一直都是很重的，对，它不断在承担了很多东西，对，它要赋予意义，对；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它再次变得轻了起来，这其实是历史的啊，历史的轮回。我对我们也不能说它是循环，但是我认为就是我感受到了一种历史的节奏，是的。这个部分是我今天在跟白尔晶对话的时候突然想到的，嗯，我觉得就是把。 不同时代的孙悟空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历史发展的轻重缓急，嗯、甚至是一种像回环复调的哈、啊、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感觉，像圆舞曲一样、嗯、啊。主题声部又回来了，哎啊，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节奏的变化，这是很有意思的。是因为事实上，孙悟空当然有金箍棒，但他也腾云驾雾，对他又轻又重，他又轻啊、呃。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其实啊、呃，不同的时代在对他的轻与重之间进行解读。对这轻与重、轻重之间哈，背后可能还是有丰富的况味。 没错，嗯啊、那么呃，我我是讲到说，其实像啊、呃，其实李冯的这个小说里面所呈现的这样一种青年转折，嗯、在当下读者可能会更有感觉，哎，因为我们当下有这个躺平啊、摆烂啊，啊很多东西，我觉得他是从那儿那是一个起点，其实是延伸延伸下来的，延伸下来因为我觉得他其实是呃王朔。 哎啊，王朔、呃，比如像《玩主、啊》哈这样的作品，啊、对，甚至再往前，可能还有我们文学史上会谈一个作品叫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嗯嗯嗯，那个作品我认为是更早的。对，八十、呃、年代中期就出现了，是<的>一个一个复原回来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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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青年就要去烤鸭店全聚德打工啊、嗯呃，然后就说他就跟他女朋友。 他女朋友天天卷他、哦，然后他，然后他就说：“他说我，我，我我不想这么做。”然后他女朋友就跟他分手说：“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人生信条是不一样的。哦、你的人生信条是向下生活、哦、这个向下生活是很有意思的。是向下生活，其实并没有变得重，更重，<对>反而变得更轻。” 我要竭力的，就是变成一个对社会没什么用的人。对，这代表我的选择。对，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哎哎哎是的、嗯、啊所以这个是其实构成了一个，我觉得这是呃第一个重要的文本，九三年的这样一个作品。哎，那么第二个，我相信白老师我们都很熟悉的。哎，一九九五年周星驰的电影《大,西大话西游》。哎，嗯，呃，我还是想先把问题抛给白老师。那您、啊、说，啊、白师当年第一次看《大话西游》的时候是个什么场景？啊、一九九七年，电影频道春节档。 <laughs> 呃，第一次看的时候就很喜欢吗？还是说有点不能接受？第一次看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喜欢。呃，最打动你的点是什么、嗯？呃，最打动我的点啊，就是它里边所有东西都是看起来非常戏谑的，然后非常轻佻的。但是它里边蕴藏的绝望是极度厚重嗯，对，嗯、就是所有的事情，它最后归于宿命的循环，而你无力挣脱。嗯。 这是里边最大的绝望。然后呢，在所有的轻佻嬉笑的背后，实际上是抗争的无力。太好了，嗯。那么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您说，呃，当时这个作品是否在你的朋友之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没有，没有，没有，一个人的稀有嗯，对，因因为就是那个我在我们家那那那个那个哦，您那时候还没上大学？对我那时候高三啊，九七年对对高三对，那个时候就是。 呃，深受游戏与摇滚乐的这个荼毒、啊 <laughs> 啊，所以就是，呃，也没也没得交流。其实跟那个我说身边的朋友啊，然后、啊、同学啊，啊其实没得什么交流。哦、对对，我在那个时候就是我十六、呃、岁嘛，然后。 就几人生中的几个几大倒霉文艺作品，嗯，你像《大话西游》，倒霉文艺作品，《大话西游》《新《世纪福音战士》，这不都那个时候吗？对对对，那个阶段，对对，大家都大家都在这个时候就痛苦挣扎，拷问灵魂，是吧？嗯，EVA 与西游》。那上大学之后呢？大家有讨论过这个，或者说或者提起这个这个片，或者周星驰热在周星驰那个时候是呃网吧，网吧啊，那个时候是网吧常驻的、永远的，这个就是。 就你玩打游戏累了，你你玩游戏累了，就是你一定得看中文星驰片就是精精神放松，精神放松，哇，这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基础的一个信息。那是他的一个时代印记，<对>时代印记，时代印记，啊、包括说是《大话西游》本身，它也是一个文化里程碑。当然，当然，当然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孙悟空的相关形象或者《西游记》总是在承担这样的一个功能哈，很怪，但很合理。对对对，我是觉得我在看回去看《大大话西游》的这个材料的时候，也能看到，就首先它其实它的经典化过程是很有趣的。哎，啊，就是它在当时上映的时候，在香港呢，其实反响平平然后呢，他就开始在，其实他内地也上了，但是票房也不行。对，他就在公开放映阶段是不行的。那他是被谁炒起来的？就是就是大学生。 嗨啊，然后就这个群体啊，所以就像刚才，北大未名 BBS，有人说是北大，有人说清华，这一直有一个阐释权的争夺。这不就是北大与清华之间的问题吗？那我作为这个结果，我在这个里边引了很多这个清华的内容，感觉也不太好哈。行，但但是没关系，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呃，至少可能也是清华人家对 BBS 的史料做的比较好，确实对。但是听说就确实是，我觉得它是集体发生的，包括还有北京电影学院等等。嗯，在北京的这个大学生群体里，突然就把这个作品炒起来了。是这个作品炒起来，它被。 最后的那个情感结构，其实我觉得刚才白老师已经讲的很好，嗯、就是在谈何勇的这个首歌的时候，其实就是那种。 呃，人生转折时期的这样的一种无力，哎，然后啊、嗯，特别是刚才白老师也谈到两种情绪，嗯、一种是轻佻戏谑的好玩的，另、嗯嗯、一种是悲情的绝望的，嗯、这样东西混杂在一起，是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呃一个结构。嗯、那么我当时就称为就是说，其实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孙悟空的一个精神分裂。哎 <laughs>，这样一个精神分裂呢，就是他一半是孙悟空，一半是至尊宝、哎、啊，一半是这个英雄，一半是山贼。对，那么在这样的一种。 啊，一会儿叛逆啊，一会儿皈依，嗯、到底是要叛逆还是皈依？你想咋办吧？对，<laughs> 然后他就是这个这个，又赋予很多爱情的意义哈，啊、<是>等等。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其实像呃，这个这个紫霞仙子，她她完全这个爱情不完全是爱，她其实是某种理想主义，是<的>、啊、某种是一种纯真的部分，她<对>甚至是一种政治。但你进入至尊宝和孙悟空的一个视野之后呢，就是我作为一个观影者，我在当时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做英雄很好。 但是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我又能享英雄的福，然后我又不用那么累，既要 <laughs> 又要，既要 <laughs> 又要，既要 <laughs> 又要，既要又要。药又药但是呢，如果说既要又要不太成功的情况下呢，可能当至尊宝好一点。啊啊啊！就觉觉觉得当至尊宝好一点啊。嗯、对，如果说既要又要没法成立的话，嗯，可能山贼真的是很有前途的职业。 哈哈哈哈哈！<laughs> 我觉得你这个话背后的隐喻非常丰富、啊，<laughs> <laughs> 我是可以把它理解为某种的市场性的隐喻，可能吧，就是那个哈伊赫大巴上过来，<laughs> <laughs> 英雄没那么多啊，你老是当山贼去。<laughs> <laughs> 对，我是觉得就是说我当时呃也回应一下，我当时给的那个说法叫、呃：保持天真则注定无能，成为英雄则必然虚伪哈、啊。嗯哎、这样的一种两难的选择是啊、呃。当然，事实上啊、呃，有时候我们要更进一步追问，就是说是什么结什么样的结构，社会结构转型导致了青年陷入到了这样的一种两难抉择之中。嗯，青年为什么不能既要又要？为什么不能都得到？哎、我想这背后其实就是一个社会转型的一个可以有丰富讨论空间的一个内容，我就不展开了、啊。是的啊、呃，但是我又认为这种东。 本身又包含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大话西游》这个作品，它打动人心的部分，它设立了一种很独特的啊、呃、情感机制，哎，叫先笑后哭，嗯，就是这几乎成为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当下最卖座的影片、最受欢迎的作品的一个呃戏剧也好范式范式，哎，就是大家好像不能接受一上来就对我说理，特严肃、特悲情，这叫爹。 这叫爹，这叫爹，这叫爹，爹味儿过重，爹味儿过重。对，所以我就，所以大家就反对说，那怎么办呢？说先跟大家插科打诨，哎，啊，先感觉我这个人没个正经啊。但是突然到最后的时候，好像那个纯真的部分展现出来，是的，那就像一个一个一个有着充分心理防御机制的一个孩子啊，最后袒露自身啊，袒露袒露，突然破防，对对对，那一瞬间啊，所以我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我觉得他也是一个。 我觉得是时代的一个犬儒主义的一个表征，是<的>。那犬儒主义就是说，别跟我谈真的，我不想接受，啊、别跟我来这么严肃的啊，一些都,都是一些都是嬉笑怒骂。啊、他其实，我觉得如果要这么聊的话，他可能是从王朔的玩主时代对延续下来的那样的一种。 自我保护、自我防御的机制是的，是的。是的啊、但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周星驰其实没有看过王朔，是<的>。然后周星驰来自香港，哎，但是他们和王朔形成了一一股合力，嗯、就是他们共同构成了后来的很多文本的前身，嗯、哎啊、呃，比如说我非常著名就是《武林外传》。 《武林、嗯、外传》的编剧啊，明确的表示说，他受到的两个重要的影响、嗯嗯，一个是王朔，一个是周星驰，一个是王朔。啊、嗯，我觉得这两个当然都是九十年代文化英雄了哈，哎、是最最具影响力的。其实白凯老师谈到的这样一种文本情绪对于时代特点的一个反衬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跟今天这个主题稍微有点远，但它也是摇滚这一这一波的啊，嗯、是崔健啊，崔健，崔健在两千年的时候。 出了一张专辑，很厉害，叫《无能的力量》。嗯啊，嗯我知道啊，这个里边就是无能，就是这张这张专辑的主题曲《无能的力量》，我认为就是它的历史地位和它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嗯、因为它里边传递的这样一个呃情绪反衬，比如说我在这儿跟您说几段歌词儿，嗯、就是说，别跟我玩正经的，别跟我深沉了，如今有钱比有文化机会多多了。嗯啊，别说生活真难。 谁说生活真难？那谁就真够笨的，因为动点脑子、绕点弯子，事情全都办了。嗯呵呵啊，我自己看我行，<好>我自己骂我行，但别人可不成。嗯，对，真好。再怎么没文化，嗯、也比也比那混子强、嗯、啊！别瞧不起我，就怕别人瞧不起我，因为我的内心深处藏着伟大的人格。哦，那、嗯啊、这个、这个歌的名字叫《混子》。 混子，哎，<laughs> 真好，其实是当时的青年心态的这样一个具体的反衬。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感谢白老师，嗯、跟我这也形成了互文了、哦、啊。<laughs> 对，而且、啊、对对对,对，我觉得摇滚乐确实，或者是本身它也是亚文化的一部分，是,是是，它形成了一种一种互文关系。哎，那、啊、当然，我就想说，其实。 啊、呃，到了两千年左右，另一个作品出现了，哎、就是首先是随着中国的这个互联网社会的普及，是的，有人开始在网络上写作了，了网络文学出现了。哦哎、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啊、呃，我觉得就是结合了像王朔呀、周星驰这种各种各样的传统时代滋养，出现了这样一位作者，嗯，金何在，哎、啊，写了一个著名的有这个“网络第一书”之称的《悟空传》，哎，零零年的作品，他是在这个网站叫“金庸客栈”上是的去写作的,的啊。那么，呃。 当然，他其实里面是挪用了很多《大话西游》的人物哈、啊，紫霞<对>呀、至尊宝啊等等。但是，他对《大话西游》的一个除了延续之外，他重要的一个改写呢，嗯、他其实就是把这个作品写成了一个成长故事。哎、成长故事。嗯、因为《大话西游》里，他并没有明确的指出说，啊、嗯呃，从至尊宝到孙悟空。 这就是一个成长，嗯，它依然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嗯，是甚至是几不同的时空，哎、嗯，它是个时空错置问题哈、啊，是。但是在这里面，他把它写成了一个成长故事，哎，而这样一个成长故事就延续了或者说开启了很多对《西游记》的新的解读，嗯、就大家认为《西游记》或者孙悟空的故事就是一个成长故事，嗯。那么这个问题其实首先要回到啊，嗯《西游记》原书的成书历程，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西游记》里面其实。 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和西天取经的孙悟空，某种程度上是有一种自反性的。对，它不是一个孙悟空。对，从成书上其实就是两块来的。对他被佛佛祖啪摁<对>在那儿之后，对，他就变了一个猴。对，其实他是因为他在成书的那个源流上是不同的。哎，捏合成了一个猴。是的。但是事实上，人们总是追求一种线性的自洽。对，我看这么一个名著，我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必然发生的。嗯。然后解读出一些意义。哎，那显然他就认为说，有人就说，那么。 常规的一个成长论的解读，就是说大闹天宫是孙悟空的青春期，嗯，然后呢，西天取经是他的成年，啊啊，青年孙悟空、中年中年孙悟空，悟空 <laughs> 我想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独生子女一代才会有的这样的一种情感结构。哎啊，我记得金和在在他的那个《悟空传》完美纪念版里就谈到了哈，他就说他说他的、嗯、他的标题叫在路上。 就是他对《西游记》的解读叫在路上。好家伙，开路亚客了。对，但是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一会儿我们再展开。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白老师肯定特别感兴趣，也肯定也是深有研究哈。没没没没没没没。这个就就是西方的这样的一个呃公路文学啊，青年文化、摇滚乐哈。是的。和呃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的一个拼贴。是啊。那我觉得这里面首先就是说，啊，他在里面说谈到在路上，他就说他觉得他小的时候呢，呃，父母都有事儿，把他关在家里，他就在屋里家里骑车一圈圈骑，他觉得。 什么是成长？或者人生？人生就是转圈儿啊，人生就是拉磨啊。对了，怎么也出不去哈。啊哎、那所以在这里面，这显然是一种啊某种主流叙事，在当时啊，是<的>就成长论的叙事。是但是我们还是要对它进行某种反思啊。哎、因为呢，如果你认为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是青春期啊，啊是不成熟的，嗯、显然你就认为说他是必然。 所以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的，而那个真正成熟的其实是进入秩序的，西天取经的，也就是说，在两者之间，他已经做了一种价值选择。我不认为周星驰做了价值选择，呃，是对，因为我认为他。 他就给出这样一个两难困境，对，就是我也。然后他也没有试图去解决这个困境。对对对，这就很妙，啊、这这下下这很严肃，对对对，对就就或者,或者是一个是一个很微妙的表达。就是你仔细想《大话西游》的过程和结尾，它在整个结构里边，它真的没有做出价值判断。对对，就是所以就很多人见仁见智了。哎啊，就是说你他最后好像。 这个这个出现两个孙悟空，哎，他好像一条狗一个对一个远去，我说那个也是犬儒主义哈，是啊，一个一个远去的孙悟空和一个城墙上的夕阳武士，哎，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在金河战士里面，他其实是给出了啊，就是虽然他也很悲情，他选了一个，他选了一个，他就说可能这个啊。 成长是不可避免的，哎啊，那所以在这里面，我想这个是值得去反思和思考的，啊，错，一背后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呢，我认为它也包含了一种性别意味，嗯啊，因为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在看这个关于孙悟空的再现哈，文本再现中，其实感受不到他的性别，嗯，在这个文本中，包括《大话西游》里，它有鲜明的一个男性哈、啊，所以我认为这个文本它其实《悟空传》其实是一个老男孩的故事，哦、啊，嗯，然后当然它就包含了。 后来的很多青春片，男性向青春片里经常出现的一个话题，后青春期问题，啊，比如说五月天唱的这个后青春期的诗，啊，后来呢这个九把刀的那今天我们去追的女孩，啊，然后比如说啊开心麻花的夏洛特烦恼，夏洛特烦恼啊，比如说韩寒的后会无期，是啊，哎是叫后会无期还是乘风破浪乘风破浪啊等等，所有这些。 文艺作品突出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我青春期没过完。对对对对对，我虽然三十多了，但我是穿越，我能回去。哎，然后我还想再浪一回。对，然后这浪一回怎么浪？通常是飙车呀，打架斗殴啊，大概这样一些事儿吧，哈。呃，就是怀念一种荷尔蒙充盈的时代。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本身其实是一个啊，当然也包括那个著名的短片《十一度青春之老男孩》，肖央和王太利的那个啊，他是通过一场选秀还来完成的，这都是在一起的。 啊，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话题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在路上，哎，在路上呢，就是刚才我们就悬而未决的话题哈，嗯、在路上其实是开鲁亚克哈六十年代美国的这样一个公路文化的一部分，对青年反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是的，那么在他们的认知中，其实在路上是一个我不知道我会去哪儿，没有终点的，然后就是飘着，别跟我讲这个意义，对对，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悬置意义，我。 我根本不在乎这条路把我引向何方。对对，但事实上，在金和在的这个讨论中，他其实认为这个西游是有终点的。对啊，然后他可能必然走向的是一种虚无。是的啊，所以他预设了终点之后，他这个在路上就，我觉得他增加了一种疗愈的意义。是的，这也就是很多当下的很多。 啊、呃，作品中还是很喜欢用《西游记》作为一个青年精神成长或者疗愈的这样的一个的呃一一个装置哈，嗯、比如说呃宇宙探索编辑部》嗯，它最后那个英文它也是去西部啊、嗯、，Go to the West <对>或者 Journey to the West <的>等等哈。嗯、那么，当然可能这个作品中还包含了一个问题呢，就是这是从《大话西游》到《悟空传》所延续的啊、嗯呃。如果我们把这个作品和这两个作品和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做个对比的话，哎、你就会发现白骨精这个形象的变化是很有意思的，是的，是的因为他从那个呃少剧到电视剧，他都是最让人心痛的，让那个中国观众最痛苦的一个角色，哎、一个敌人的角色。哎啊、但是在这两个爱情故事里，孙悟空是爱白骨精爱到不行，哎、是吧？爱白晶晶，嗯、就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啊、呃、嗯历史的隐喻的话，我认为它可能是某种后冷战时代的症候。 就是一种大和解，嗯，就是一切的曾经的那个敌手啊,啊敌人消失了，哎啊，然后这个这个资本主义不是什么不战而胜哈、啊，然后然后整个社会阵营不战而败是，然后中国也在转型，嗯、所以那个敌人消失了，嗯、对，他呃过呃就是度过了那样的一个二元对立的氛围，对，所以导致就孙悟空居然可以和白骨精谈恋爱了，是啊<的>、呃，其实在，在呃更啊、呃、年长的一些观众里，他们是更震惊的，啊、如果他很熟悉。 少句呃，《西游记》的这样传统的这样对对对对他就看到这里，他觉得孙悟空为什么会爱白骨精？哎，这样的一种大和解啊，有进一个爱情故事，咋回事儿呢？对，就有点慌张，是而这种慌张恰恰是刚才白老师所说的，就是那种转型期的一种困惑感。是的，人们不不知道何去何从啊。这个其实是就完成了二零零停在二零零零年的话，就是新世纪之交哈啊，世纪之交完成了呃这样的一个一个部分的一个讨论。哎，那其实。 我个人啊，就是对于《悟空传》这块的一个印象，因为《悟空传》是黑人化的前传《斗战神》的精神文本。哦、嗯，哦、对。他《悟空传》里边，我认为最后归纳起来是这样一段话：嗯、就是反抗毫无意义，但反抗很有必要。嗯嗯，真好。嗯、对，就这这个是可能也是属于是那个青年时代，就荷尔蒙爆炸的那个时代的人的。嗯、呵呵对。 一种就是思绪传达吧，啊，但无论如何，我认为他能够给予的思考，或者说是文本导向，仍然是积极的，嗯，仍然是积极的，而不是说呃消极的，或者说是逆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对对对对，呃<对>、哦，我也是特别认同。嗯哦、认同刚才白老师讲这段，其实让我想起了我最近在看。 喜剧奇妙夜，嗯啊、呃，我反而想起的是那个小品的世界那个作品，啊啊啊嗯，我觉得就是它本身其实包含了一个刚才白老师所说的这样的一个青年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一个态度，嗯，就是。 你面前可能有一堵墙，哎，然后你知道，好像你凭自身力你撼动不了它，对，但是你依然要做这件事情，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对，虽万千人而无往矣，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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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比如说您说这个摇滚乐，哎，呃，事实上是音乐也不能改变什么，因为是一个文化产品，是的，但是人们依然要去，啊，有有有追求的创作者依然是要去发出这个时代的声音，是的，啊，就像这个。 《武空传》这个脍炙人口的标志性呐喊，说：“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是”是的，是的，是。的。其实你和这个像白慧元老师刚才谈到的少剧啊，还有这个京剧《大闹天宫》和《三打白骨精》比较起来，它里边没有变的，唯一没有变的是悟空这个形象尖锐的斗争性。对，对。嗯 它依然是如此的，只是说，如果我们对比的话，可能五十到七十年代，它其实那个斗争的目标，其实在政治隐喻有阶级的意味，哎、啊，或者它是,是一个大的呃民族国家的一关的民族国家是吧？对,对对对，但这里面可能。 我觉得他对象可能不那么明确了，对啊，或者说呃，反抗虚无啊，对，反抗某种啊被安排的人生，是的，房间里的大象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有东西都可以，但是你奋起千钧棒，总得打一个，对对对对对，就是重要的，它变成了一种身体语言，是变成了一个动作，对啊，但是他必须做，是嗯。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反抗毫无意义。 但反抗很有价值，是的，是的，是的，就在这个意义上，嗯、其实它是一个反归自身的问题了，没错，它甚至是一个哲学问题。哎，对，这是世纪之交的时候的，是的，是一个观点。是的是的但是呢，嗯、对于很多更年轻的朋友，你像零零后。 嗯，九零后现在都不行了，零零后都工作了，对，零后都工作了，零零后都工作了，整顿职场正在、嗯、对，而且就是对于零零后来说的话，他没有经历过之前的西游文本还有悟空形象在社会意识映射之中的这样一些时期，他可能接触的东西是更直观的。是的，对，这就涉及到就是，呃，两千年之后直到现在的一些有关西游的文艺作品啊，是的，是的，是的。哎 那在这里面，其实我在处理这部分经验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啊，到了新世纪以后呢，其实就呃，写作难度其实更大，因为我觉得他呃，嗯，很难找到一种时代的。 最强音，呃，我觉得是众生喧哗的。对啊，因为分众文化嘛，出现成，因为出现了微博，<laughs> 出现了抖音，对对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网络媒介，啊、然后大家这个呃分众越来越清晰。是，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怎么去呃抓住到一个孙悟空形象变迁的一个关键问题啊？哎、所以我首先是做了一部分是讨论啊。 关于孙悟空的一种文化翻译的问题，是我把它称之为符号哈、啊。我讲的是跨语记的一些文本中的啊，这个孙悟空的问题。哎、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文本，比如包括像这个呃电影《刮痧》，啊，嗯、然后包括万马才旦导演的《静静的马尼什》，啊，然后以及我觉得特别值得讨论的一个电影叫《孙子从美国来》。哦、啊，这个是特别有意思。这个电影名字很有攻击性、啊对。对，对 <laughs> 我就这意思啊,啊。因为，因为我们记得当年，其九十年代初的那个时代最强呃最强音叫啊。呃 北京人在纽约，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那是要到美国去，是的。但是在这里面是孙子从美国来，这是什么互文？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互文啊。那我就不妨讲讲这个电影哈。这个电影讲的故事是一个陕北的老爷爷，有一天呢，突然的说着方言啊，就遇到来遇到了一个自己的啊，应该是自己的儿子啊，从美国回来了，他要去中国的西北啊，更西北的地方去地质勘探，他带回了一个美国媳妇儿。 嗯，这个美国媳妇儿在认识他之前呢，就已经生了一个孩子，哦、是一个纯纯种的、纯血纯血的白人孩子啊。嗯、那他就说，他因为他们夫妻双方要到西部去考察，嗯、所以呢，就把这个让这个儿子啊，让这、那个让他们的这个外国孙子和,、哦、和陕北爷爷共处了一段时间。嗯、啊，这个就是整个故事的一个全部内容啊。这个戏剧冲突很吸引人，呃、啊，非常有意思。然后呢，就是他们其实就是没有血缘联系啊，啊但事实上呢。 啊，他们俩从对立冲突到和解背后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是跨文化、跨语言、跨种族了。对对对对对对，啊、非常政，我觉得政治意味非常丰富。嗯、啊，孙子从,<事>从美国来，同时呢，同时、哦、同时呢，这个孙子呢，本身呢，他非常喜欢猪蜘蛛侠哦啊，然后呢，这个爷爷呢是一个皮影艺人，嗯啊，皮影艺人他就喜欢做孙悟空嘛啊，这是。 美国文化语境里的超级英雄，对啊，呃，所以两者就形成了一个对话。哎，那么啊，最后那个经典的那个就是和解的桥段，就是最抒情的桥段，我印象特别深。啊就是这个这个这个美国孙子生病了，然后呢，陕北爷爷为了逗他开心，就用皮影啊做成了一个蜘蛛侠。哦，用中国的一个民间文艺形态做成了一个美国英雄形象。同时呢，这边还有一皮影的孙悟空。嗯，俩人就在这演皮影。然后这个时候。 孙子问了一个非常独特的问题，嗯、就是我觉得简直是童言无忌到就是简直是政治宣言了，力透纸背。<laughs> 就是说，爷爷爷爷，这个啊，你说孙悟空、蜘蛛侠谁更厉害？好嘛<吗>，<laughs> 结果呢，这话你要这么说，<laughs> 那就不能这么说了。<laughs> <laughs> 结果爷爷说，孙悟空和蜘蛛侠为什么要打起来？他们应该联合起来保卫世界。嗯，我想这背后的嗯。 隐喻是非常丰富的，是的啊，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作品它的英文名字啊，中文名叫《孙子从美国来》，英文名字叫《当孙悟空遇见蜘蛛侠》，哎，啊，就是很有意思，呃，我想这本本身就包含了，就是其实在这些文本中，我认为孙悟空并他的性格不重要，他不不是某种人物形象，是的，但他是一个符号，对，他是文化，他是一个文化，对，他是一个文化象征，是的，他既有文化误读，也包括文化交流，没错啊，那么在这里面。 在这样一个跨文化视野中，其实我们就是要去重新去定位啊，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一个中国形象的问题。<错>而这个中国形象里，很多时候是通过孙悟空这个形象展现出来的。<对>我记得二零啊，应该是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嗯啊，然后那个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啊、呃，应该是这个呃，BBC 做了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呃，动画短片，嗯，然后他就用这个孙悟空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象征哈、啊，就飞到了鸟巢啊、嗯、什么什么的、嗯、啊，所以你就看得出来，其实啊、呃、，Chinese monkey 就已经成为了一个中国文化输出的一个隐喻。是的<对>。那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刮痧这个电影，<的>刮痧这个电影这个主角就是做游戏的，哎，然后他就因为这个孙悟空这个形象。 就这，当时在他的叙述中遭遭遇了很多非议，就是因为说孙悟空又打人呐、啊，又很暴力啊，嗯、然后呢，就啊、呃，有人说他就是涉及到虐待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嗯、但是很多时间过去了，当下我们这个马上黑《黑黑神话：悟空要》要要要上了，嗯、这样一个好像原来是电影中的一个情节，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当真当今是真的非常真切的成为了一个中国游戏走向世界的。 几乎是不二选择，是，<laughs>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这个历史的意味非常有趣，对啊，形成了一个互文。是，当时我们是担忧的，我们就说，你们能不能理解我啊？我我们的文化里的这样一个人英雄形象，对，走向世界，而现在几乎现在是你他妈爱理解不理解？<laughs> <laughs> 现在是就是我们的我们的技术发展，我们的创作制作，呃，已经绝对是肯定是一个事件了。我们都在期待这一刻哈，是是呃、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今天坐是突然想起刮痧和这件事情的一个互动，嗯，我就觉得哦，原来当时我未能解决的问题，嗯。 哦，因为我当时我在处理抓这个，我们如何去解释？对对对对对。但是如果有黑神话悟空作为一个对话呢，我想获得了解释哈。嗯嗯这是这个部分。嗯啊、嗯呃，所以这部分的研究主要是以从一个呃边缘啊、地理啊、少数啊这样的一个角少数文化的角度去思考的，是、嗯、特别是世界语境之下啊。<是>而且在就是当今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就文化交流状态下吧。 其实我们仍然不可避免也回避不了的是，仍然是西方中心论的问题。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对对，所以，我们游戏也好，我们的文化产品也好，我们要啊、呃、生产出我们自己的民族英雄。是的，而但是，但这个民族英雄啊。呃 它的精神内核何以是现代的？是的啊，它何以是中国的，甚是世界的。对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啊、呃，都要去不断去更新和思考的内容。对对对，嗯。嗯那么这部分做完之后，我又做了一章，就是最后一章。嗯，就最后一章是作为全书的一个总结来进行呈现的。嗯、哎，就是我做的是动画电影。哎啊，那么就是这几个文本贯穿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诸多啊。呃 重要时刻哈、啊，比如说一九四一年在抗战期间的这个《铁扇公主》，《铁扇公主》哎，然后一九六一九六四年的《大闹天宫》哎，然后一九八五年的这个《金猴降妖》和二零一五年的《大圣归来》哎，哎我其实把这几个作品放在一起啊，其实是作为全书的一个。 结语之前那个大结语了，嗯、它其实作为对整个这个故事的一个总结是、嗯、啊。是那么当因为动画电影它其实贯穿了我们谈到的各个时代的、这个。对对对对对。嗯、那么谈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呃，这就不妨讲一个故事，就是之所以激励着我最后愿意用一年时间把这个论文写出来，嗯、是在二零一五年的时候，我当时在西安旅行、嗯、啊，然后。 就误打误撞的就走进了电影院，看看《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当然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冲击哈。但更重要的冲击在于，啊，我身边坐着两个中学生。哦，啊，他就是我。我看完之后，我当然很激动，但这时候我看到旁边两个中学生已经泪流满面，其中一个对另一个人说：“我们终于有希望。” 哦，就这句话在我中学生哎，<laughs> 对，在我心中就盘桓了很久。嗯、就我在想说，你也受到了冲击。对，我就说那种，因为他那个情感是很真切的嗯，当然有希望了，那个背后当然是某种啊、呃，我称为二次元民族主义。好，这个词、哎、好行，牛逼。这个、<去>这个、这个、词儿好像确实在如果。 说搜索之网呢，是我比较早提出来啊啊、嗯，就是当时我是针对这个动画电影提的。行，因为因为当时出要不您就二次元民族主义，您再来一讲。我操，我来聊这事啊。因为当时是因为在看《大圣归来》的时候，发现首先它票房非常高，哎，但是很多人之所以有这么高的票房，是因为很多粉丝愿意重复观影。是的，重复观影和审美没有关系，对，是一种民族主义消费行为。是的，就是他说我必须要用我的票钱嗯去支持。嗯 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二次元产品，我想这可能也和当下即将发生的黑神话悟空是相关的。快，那您照您这么说的话，我看了九遍《流浪地球》，这属于科幻民族主义，绝对、绝绝对、绝对必须。你不能不早点提醒我，我觉得这我这就又能写一本新的书。哎呦，我说好几个民族主义的问题哈。是。那当时其实啊，当然我当时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没有像比如说像小粉红啊这样一些现象的出现啊，所以后来很多人在用这个呃概念的时候，他会有别的可能性哈。对对对。还有其他的指涉。指涉对，但是。 我当时是针对这个这个电影啊，给了我非常啊、呃、冲有冲击力的印象，嗯、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那这个博士论文是必须要写了，哎，啊，那么写回到这样一个话题里，动画电影里，我的当时提出一个核心观点是，当你把这几个孙悟空的形象放在一起的时候，你能鲜明地感受到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身体在发育，呵呵哎，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部分哈、啊，就是我称为叫投身比例的变化哦，啊，比如说在一九四一年的时候，那大那个那个铁扇公主里面那个孙悟空的形象，其实比较像米老鼠。 嗯，因为他在模仿一个西方的一个动漫啊，啊啊啊、所以呢，他就是、啊、就偏橡皮管动画的那种。对对对，橡皮管动画，对，啊、它其实是这个比例一比一比二吧啊，比较卡通的啊这样一个形式。那么到了大闹天空的时候，他就很明确的有了一些民族风格，是的啊，然后我们的一些民间的剪纸艺术啊，都在其中了。戏剧艺术，戏曲艺术，对。那同时呢，呃，他就比较像一个少年，是的，一个少年啊，活泼的、灵动的啊，但是他的身体依然是以曲线为主的，是的，是弧形的，对啊，他不是走。 这种写实主义的这样的的对,对,对对对。但是到了一九八五年的《金猴降妖》的时候呢，因为《金猴降妖》和《大圣归来》、呃《大大大闹天宫》的这两个作品呢，它的创作团队有一定的延续性，都是上海美上上美、啊、上美、上美的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一些相关的创作者，嗯、所以他们在采访中谈到说，他们认为从《大闹天宫》到《金猴降妖》，其实是要有一种变化的，嗯、他们认为说，啊、呃，孙悟空的神身体应该是更成熟了。 啊、呃，更像一个成熟的啊、呃、青壮年啊，嗯、然后他就要更多的使用他的啊、呃、棱角啊和尖锐的角呃呃边角哈角度啊,啊来展现这样的一个身体，啊、不那么圆润了，不那么圆润了，就是小孩子身体也是圆润的、嗯对对，不弹性了啊，他展现他的棱角了，哎、<呀>包括也和这个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样一个故事哈、啊、形成了这样一个互动关系。嗯，而到了二零一五年，我们看大圣归来它是一个三 D 版本啊，它几乎就变成一个。 大叔了，当时很多的采访谈中就说：“啊、哎，孙悟空变成酷大叔，唐僧变成小孩儿。”是的啊，然后在背后，当然他也好像前所未有的第一次啊，也不是第一次哈，啊《宝莲灯》已经做了一次了，嗯,嗯,嗯，就是把。 啊，孙悟空摆在一个父亲的位置上，是的，或者是一个老师的位置上，对，啊，就是他做一个，他做一个拯救者，这时候他不青年了、啊，不青年了，他甚至不建议，我觉得他是中年了，绝对是沧桑的中年了，呃、带孩子嘛，对他脸上那种那种皱纹呢、啊，就等等啊，那种沧桑感啊，复杂的，复杂的青年绝没有的心理变化，是的，是的，啊、所以我在这里边，其实这个话题就让我想起了，我觉得帮当这几个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啊，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啊，孙悟空的身体在成长，嗯。 他的身体在成长，他的精神也在成长。是，而在这个意义上，其实啊、呃，他就记录了中国的成长。哎啊、呃，所以我在这背后，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啊、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命题。啊、呃，我觉得就是，当然，成长，呃，我觉得并不意味着说成长就是。 啊、呃，一定是更高、更快更、更强！哎，我觉得成长本身也在面临不同人生阶段的呃时代课课题哈，嗯、年龄命题哈。成长包含着进步，也包含着妥协。对对，特别好。对，现复现的哈，哎、复现的成长哈是的。所以，在这意义上，我觉得就是这些作品呢，其实放在一起，它形成了一种历史趋势。哎，但更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就具体看《大圣归来》的时候，其实还是能够看到孙悟空形成了一种，我觉得是文化层垒效应。哎，这个层垒效应就是说。 关于孙悟空的不同作品，将会在这个作《嗯、大圣归来》这个作品中呈现出它的啊再现。呃、嗯啊，这些作品都构成了孙悟空谱系中的一个一个内涵，是创作者自觉调用的、嗯、啊。比如说，一方面，嗯《大圣归来》在它的一些构图、哎、色彩上是在致敬大闹天宫的，是的是很明显的哈。对啊，但同时。 我们会注意，当他那个几个重要的一个环节，他的音乐是大《大大话西游》的音乐，是。所以显然，就这两个重要的文本已然成为他的前史。是。呃，这个两个前史都是某种再现，但构成了一个文化记忆的叠加效应，文化传承。对，并体现在新时代的文化作品中。对对对对，而且他其实是一个创作者的自觉，诶、哎，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第一时间调用、嗯、啊。 调动出观者的那样一种心理节奏和情感，哎、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上，其实确实啊，呃《大圣归来》是一个一个划时代的作品。嗯、它其实再次开启了我们所说的当下的一些所谓的就是国漫热。是呃，其实都是从那儿开始的。因为我记得就是说，对对对最早还有在魁拔是吧？还有魁拔，对对对、嗯。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您确实爱看动画电影，是要必须要研究，<laughs> <laughs> 必须要研究，这是我的我的我一个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嗯、啊。但是我觉得呢，嗯。 就是对于这个呃市场来说，其实他们还重要的看到的是，他们之在《大圣归来》之前，他们不相信动画电影能赚钱。哎。 啊，<的>这个是从《大圣归来》开始的，没错。但《大圣归来》这个赚钱的盈利模式又是很特别的。刚才说它是有很多重复消费的问题，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在这个上，我们现在看到像追光动画做的这么好哈、啊，每年好几部哈、啊，或者是每年一部，然后不断地做这种古典故事哈、啊。嗯嗯但事实上，其实他们都要感谢《大圣归来》为他们创造的这样的一种市场可能性，开辟了一条路。它是一种市场信心，是就是如果市市场没有信心，他们就不会获得这样的一些排片。 对，或者作为暑期档是<的>啊这样的一个一盘硬菜，获得优势啊。嗯、今年的暑期档，我们看到不只是《白蛇三》啊、嗯，然后还有《洛凡尘》啊，哎《伞少女》啊，就是动画电影的一个突破对。对，我就觉得这些年其实成为了，确实成为了一个啊、呃、中国电影的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啊、呃、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级的内容。嗯，对。所以说完这个，我觉得这可能哦，居然已经把。 这是我几年前的、很多年前的书了，<laughs> 回顾了一遍，好像又就、啊、重走了一遍自己写本论文的时的这个青春岁月。这下重走西游路了，重走西游路，啊啊，重走西游路确实。斗罢艰险又出发，对不对？啊、对，呃、啊，但是就是从您这个就是整整本的这个英雄变革的这一部论文，或者说这本书里面，其实确实能看到厚重的历史迭代和强烈的。 民族意识由何而来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它，呃，非常忠实又非常具体的反映在悟空这个角色的身上。那么这本书写完的时候啊，落笔落在大圣归来。那如果说到现在的话，<对>到二零二四年，嗯，就黑神话，它就必然是一个对对具体的，然后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有关。 现代化中国与现代青年人群的之间的一个叙事构建，是的，是的。首先是我是对这个游戏非常期待，也非常好奇，嗯，因为之前我们看到非常多的物料，然后它的这样的一些前期像预告片一样的东西。您看上的时候什么感想？您最早什么时候看上的？嗯、哎呦，我这个想不起来了，反正肯定是几年之前了啊，那肯定是。但是我呃，我没有那个幸运什么去试玩了。啊、<laughs> 我听说。 白老师已经，没有我替您玩了啊！<laughs> 对啊，呃，然后也有有很多交流啊。啊我是觉得，就是首先啊、呃，这当然是一定是一个大事件，是。而且我一直认为说，呃，游戏作为当下其实是最具有叙事承载力的这样一个媒介，是。它的研究理应放入我们所谓文化研究研究者的这样的一个视域之内，对。而且它是一种生成式的叙事、啊，是。它是一种互动参与的东西，对。所以，嗯，我当然是非常好奇它会往哪种方向走，嗯。然后那个背后。 它所折射出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结构，和当下青年的一个关系，嗯、事实上，当这本书写完的时候，结尾的时候，我们通常在结语中要展望未来嘛，是的，我当时所展望的那个未来，嗯、当时我认为其实是有两种啊西游叙事，啊、嗯，方兴未艾啊，一种我当时称为叫底层叙事哈，哎、就是把孙悟空和一个。 底层进行一个建构，嗯，比较典型的像啊，比如说我叫刘跃进这个小说，哎，这个是刘震云的，对，他最后结尾呢讲到这样一个农民工啊讨薪的事情，就最后呢，啊这个他就说这个有停在了一张印有孙悟空的银行卡上面啊，然后就说呢，这个刘跃进就是孙悟空，嗯，啊就这样的一个好像。 怎么打也打不死啊，然后百变啊，然后那个又抓不住啊，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同时，也包括像徐泽臣写了一个小说叫《六耳猕猴》。啊，他是讲的一个中关村啊，这样的一个，也一一个一个一个北漂外北漂青年吧。他在在梦中梦见自己啊，变成了六耳猕猴。是。但这背后很有意思的话题是他梦见的不是孙悟空，那就是说明他其实意识到自己好像依然是没有身份的，是是假的。对。啊，那么也包括像王宝强，呃，个人拍摄的一个。 口碑并不太好啊，但是我认为其实意味非常丰富，叫《大道天竺》啊，嗯、他其实是以自己呃自导自演啊，自己去扮演这样一个孙悟空的角色。因为我们知道王宝强这个呃明星或者这个演员，他的形象和某一种社会阶层高度关联，是，他总是呈现这样的一个底层形象啊，是是是。是是是那么，但是在这条脉络近些年来，我突然认为，就所谓的这个底层戏游呈现出了一个新的面貌，嗯、啊，叫打工戏游，嗯啊，打工戏游，比如说。 动画片《中国奇谭》的第一集叫这个小妖怪的夏天。哎、对，啊、呃，变了很多表情包。是的，啊、呃，他从一个啊、呃、无名之一小妖这样一个角度，嗯、打工人的角度哈，是去重新去思考啊、呃、稀有故事。哎，也包括像马伯庸的《太白金星有点烦》。哎，啊，然后以及啊，呃、这个在我们站内有有声书啊，朋友们请踊跃购买。<laughs> 我这个打打打广告了，马马建王打广告了。然后呢，也包括像我非常喜欢看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哎 <noise> 啊，那么喜剧大赛当时这个吕岩他们土豆吕岩他们拍的一个系列剧叫《大王别慌张》，哎，哎、讲的就是说呢，一些无名小妖要振兴花脖子山，哎<呀>，然后呢就是呃跟这个西游主力主线叙事没什么关系，他们一直在等着说、嗯、孙悟空啥时候来、啊，你咋还不来呀、啊？对对对，然后他们在这里面有很多呃一个新的一个叙事的展开，也包括正在。 上演的这个喜剧《奇妙夜》，哎，《奇奇妙夜》最近有一个作品啊，<政>《八十一难》，啊，从这，是沙僧对自我身份的焦虑，对对对对对，<laughs> 就在这个喜剧团队中最不具有存在感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嗯、对他怎么怎么配角的故事、啊，是，然后去寻找他的意义。哎、我想这些作品都构成了《打工打工西游的》的呃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面相，他们都试图，嗯，其实是啊。嗯 其或者说他们可以，他们认为，孙悟空的故事是终究是大人物的故事，那是一个系统，对啊，系统是不可改变的，那么我只能做好我自己的内容，所以他已经不太具有反抗性，是他更多的，他需要的是在这个群像里找到自我的投影，对对对对对，我是谁，我在哪儿，我的价值是什么，没错，他不太去追问说，哎呦，我要去反抗啊反不反抗无所谓的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条线哈，那另一条线呢，就是我当时也写到说。 啊，uh, 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像郑宝瑞，像导演郑宝瑞所拍的一系列的啊，uh, 这样的一个西游作品，嗯、通常是在春节档上映，呵分数不一般不会超过六分，豆瓣分数。但是我为什么还认为它很有意义呢？就是它其实展现的是一个、哦、啊奇观化的。 啊、呃，一个魔幻的西游电影，嗯、暗黑的孙悟空。当然，更早的，啊、比如像那个《西游降魔篇》啊，《降魔伏妖篇》妖啊，也有这个特点。哎，当然是有更多的数码技术进入到了关于西游的想象之中。啊、同时，它挪用了很多独特的文化，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暗黑西游》嗯。哎，《暗黑西游》其实你看了《西游记》的。 整个这个小说，当然它里面有很多阴谋啊，嗯、有很多你你细思恐极的内容。对，但事实上，如果你要作为一种视觉风格来呈现，在这些电影中，他们挪用的是一种啊欧洲的哥特文化。对。 而且对，就是古堡啊，然后那些幽灵啊，然后包括那个特别浓重的那个眼妆啊，对。但是它也很可能很像摇滚相关啊，是是是是是，很视觉系嘛，对对对啊，特别典型的，比如像那个巩俐主演的那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个版本里面，他当然就是把巩俐的那个造型啊做的就非常哥特化，是的啊。让我想那些内容其实都构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一个拼贴，对。然后以及包括它里面用的一些什么古呃冰冠堡垒和那个魔兽世界。 的这样的一种挪用哈，是是是，我想就是包括啊，孙悟空如果一旦变现出真真身，就和金刚的这样一个怪兽的这样一个互动关系，我想其实都能看得出来，其实他是在一个怪兽的脉络上去做是啊，但它也是属于我们这时代的中国故事表达。对对，我觉得就是说我当时会认为说，呃，其实它可能是某种啊外来文化的啊，这样的一个拼贴。哎，但在当下我会觉得说，其实啊。 我觉得他和呃暗黑和酷也相关，没错啊，就是大家会认为说，可能这个时代大家已经非常拒绝那种老好人，哎、或者说呃高大全，哎啊这样的一种一种一种绝对正面的啊这样的一种形象，啊,啊，如果他绝对正面，就结果就是打工西游，没错，结果就是别人的故事，<的>别人家的孩子对对不是我哈，嗯、那么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内心中的那些恐洞，哎那些啊、呃、不为人知的啊。呃 不能说阴暗，我觉得也不至于阴暗，但是就是说那些可能很细碎的，不足为外人道，不足为外人道也的那种、啊、那种小的情绪，是的，这背后也包含了一个，比如说为什么当下其实这种像啊、呃、被讨厌的勇气类似这样的一种心理学通俗畅销书的流行，没错啊，其实和这事儿都相关的，这也是时代思潮的悸动。对，那这一代人可能就是对这样的一种、啊、童年创伤啊、精神分析啊。啊 就是通俗一点，一天到晚讲原生家庭，对对,对对对对，<laughs> 呃，包括自己精神状态，MBTI，我觉得都相关的，没错。就这些东西，其实在一起之后，使得呃，比如说《黑神话：悟空》即将呈现的这样一个面貌，确实是代表了呃正在发生的事情，没错。呃，它是一个角度啊，是就是我们将想要进，我们想要进入到孙悟空的那个呃精神世界，嗯、那精神世界可能就像弗洛伊德最初对于啊、呃、人类精神世界的一个想象，他说可能像一个。 啊、呃，无名黑海哈、啊，然后里面有很多岛屿，有礁石，嗯、然后什么时候是无意识，什么时候潜意识，什么是显意识，啊，可能在这里面可能你没有方向，嗯、啊，但同时可能你要去寻找到你的故事，嗯、创建你的故事，找到你的位置，嗯，对，就。 所谓说这个，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不能看到别人的路，然后认为是你自己的路。是的，是的，你还是得去践行这个事儿。对对对对、嗯、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呃，二元文化中，其实包括也和日本文化的一个对话中，就包含就是说，他们就说世界系嘛，嗯，就是说啊呃，呃您是真的很懂啊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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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是研究这个的，<laughs> <laughs> 就我的课题项目都跟这相关的啊，啊所以就是说其实。 呃，他们怎么去重新在一个原子化的生命状态之下，啊、呃，轻轻盈的啊、呃，轻飘飘的个人，嗯、怎么重新嵌入这个世界啊？嗯、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啊、嗯呃！我想这个可能是这代人的精神命题。您说到这儿，其实我想到了一点啊，就是你像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呃，青年文化对于自由的追求，它在行动上的表征是摒弃意义。嗯，对。但是到了现在。 对，同样的目标变成了寻找意义。是的，是的，是的。对，对，这个事儿我觉得就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哎、白老师谈的这太好了啊！我觉得就是一个确实是有这样一个变化。二十<对>年嘛，那个时候是你像两千年那个时候，就是青年的一个内在主张其实是我不需要谁来指导我。对啊，嗯、你别告诉我该做什么。<laughs> 对，但是在这个时代，虽然我已经不是青年了，但是很多青年实际上他有一个潜意识。 对，就是说我应该做什么？对，能不能这个世界能不能给我一个答案？是的，而且我甚至觉得，在当下的很多零零后的或者说更年轻的朋友这种职场的生活中，他们可能更愿意说，你就告诉我要做什么，对我把它做成就行了。对，我不追问说这个，我不追问，因为因为这个事儿本来就就没有意义。对对对对，他们已经放弃了对于这个意义的命题的追问。对对，直接就是说我去完成它，别耽误我的时间，下班到点儿。 呵呵不要加班结就结束了，但是对对对但是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有意义的事儿呢？是有的，是,是的。为什么就是我们在文艺作品里边没有体现出来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足够的答案。是的，是的。啊、哦，我觉得刚才刚才我们这段对话，如果有旁边有另外一个更年轻的朋友在听，就是两个八零后在依然在非常沉重的 <laughs> 悲情的发出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问题。哦 <laughs> 因为呼声 <laughs>、啊，我们不是那什么，我们我们还是呃渴望交流，渴、啊、望交流，渴望交流。但是就是白慧老师这本书的最后的结语这部分，它仍然落回了我们的标题，就是“英雄变革：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嗯，啊，我觉得您在最后对这个“自我超越”的这样一个概念，其实是有必要再落子解读一下的。哎、嗯，我觉得就是其实，呃，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回到。 呃，《西游记》的这个本体来说呢，嗯，啊，孙悟空其实是在很多时刻，他都是通过变小，嗯，自我收缩、啊、来实现他的很多脱困的、嗯、啊，试恶嘛。哈，那么那个呃、啊，所以他很轻盈啊，一个筋斗云就可以翻个十万八千里，是的。所以它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啊，可能更高、更快、更强啊这样的一个向上超越哈啊,啊,啊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内容，但同时。 我的，我的新的感受是，呃，超越包括向下超越，向下啊，就是甚至我认为超越本身就不应该被规定为一个某种、啊、线性的尺度，嗯、啊，或者说它变成了一个跳高运动、跳远运动，那、嗯、是体育哈，啊嗯、它代表了一种方向，我觉得不是哈、啊，我觉得其实就是每一次的转型啊，就是每一次的变化、每一次的变革，嗯、那个背后其实都是超越，嗯、而我这次更特殊的感受是。 其实当年我叫“英雄变革”这四个字的时候，是我导师给我定的然后他起了一个“格”，他就说，因为很多人，我记得有很多人在网上读这本书，就很容易就把它写成呃“革命”的“革命”的“但事实上，这个“格”是“格子”的“格”。对对对，这个“格”事实上我们这个呃、啊、中文里没有，但是事实上，比如像这个呃很多外语里面它就有主格、宾格。对。那我觉得在这里面其实也包含了这样一个意味，是就在以有些时代，孙悟空是我。 是我们，但可能在有些时代，在某些故事，它就变成了他，他是他者，对，是他者，是他他们。比如说在《小妖怪的夏天》这样作品，嗯、那就是别人的故事，嗯、是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啊啊、呃呃、格的这个意义上，它也是某种超越，嗯，因为当这个格发生变化的话，它就必然发生一个意味哈，去、啊、世、就是、者有了更多的身份，对，嗯、或者说呃。 原来是我们看自己嗯，呃、<对>现在也可能是别人看我们，没<错>或者是我们看别人。对啊，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这个超越其实是没有终点的。嗯、超越意味着就是转型，意味着蜕变。嗯，嗯所以就是我觉得您在这个就是最后结语里边写的这个说，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和克服，嗯，其根本是寻找一条属于。 我们中国自己文化的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当然是引用了那个竹内好的那个“超课啊，这样一个概念。<客>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独特的一个概念，就是又要超越，嗯、又要克服，克服啊对啊、呃，或者说又学习又超越哈。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上，其实就确实是很多的所谓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都曾经面临的焦虑。对，但是我想说，一个新的变化是，确实呃。 像我们都成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我大概是觉得从一九九六年开始啊，到当下的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啊、呃、中国崛起啊，乃至于正在经历的一个大国时代。哎、在这里面可能我们确实啊、呃，呃，会发现，嗯，尤其随着青青年一代人的成长，是他们对时代的感知已经不一样了，嗯、所以他们对孙悟空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对，就他可能不再有那种啊。呃 渴望赶超的焦虑和悲情了，对啊，他可能变得很明媚，嗯、很轻盈，嗯、啊，我更希望做好自己，<对>或者我更希望有一个多元化的表达，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背后其实啊也是时代的更迭，没错、啊，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时隔哎呦，时隔七八年哈、啊，重新回顾这本书，嗯、啊，我觉得突然我让我觉得好像确实也在跟历史进行对话，嗯、是的，因为呃随着互联网还有这个现代科技的这个发展。 虽然说只隔七八年，但是这个七八年，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呃世界的形式的这样一个变化，<对>它都是翻天覆地的。是的,是的，是的。对，变化太剧烈了。特别是像《打工西游》，它也是和这个所谓的呃疫情之后的这一个下沉年代是相关的。嗯啊，嗯所以说像那个白斐老师，他在这个书里边提到，我认为这个这这段话特别好，我需要把它读出来。嗯、好，谢谢。就是随着新世纪的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开始更多的思考与之相应的文化结构问题。 通过孙悟空，我们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对啊，那么孙悟空的自我超越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超客。这种超客具有两个层次：其一是对于历史主义的克服或者发展阶段论的克服；其二是对所谓文明开化的否定。对对，具体来说就是对于西洋近代性的克服。然后呢，在 整个的一个历史进程之中找到主体的发生位置，是的，是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产品所需要的一个答案，是的，是的啊。所以说，在这样一个逻辑建构下，我认为《黑神话：悟空》可能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答案。对啊，这个这个重音特别好啊，一个答案，它是一个答案，但不是唯一，它不是唯一，它它也不应该是唯一，对，但它提供了一肯定是会提供一个很有趣的答案。是的啊，那么就是。 感谢白慧元老师。就 <laughs> 在这本书里边，我看到了贯穿历史的孙悟空的多元的形象。然后，它不光是抽象的概念上的，也是具体到多种文艺形式之中的，包括说像文本、喜剧、呃电影，然后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这样一些表彰，甚至连环画、美术作品等等等等。它让我能够看到历史上一个多种多样的孙悟空。更重要的是。 我通过他了解到，时代变迁里边，从文从文学作品走入大众视野的孙悟空，以及他向我们提出一个命题，就是在现在到未来，我们能为中国文化、能为传统文化做些什么，让它具备更强烈的现代性。 哎呦，谢谢白老师，啊、高有高度的总结，不不不不不不,不至于，这是就是浅薄所想，因为这本书里边真的让我看到了很多就是前所未知的东西，啊、对对前就是,是说明还有一定的信息量，字哦不不,不不不，<laughs> 这个就是字面意义的前所未知，尤其是里边的一些细节很让人动容，哎呦啊，嗯、包括说像那个白奎老师做的一些呃《西游记》在海外传播的一个考证啊，啊然后就是。 青年一代，不同时代的青年一代对于孙悟空形象的这样一个认知，以及就是说里边提出的我们的现代社会应该对于文化发展和文化前景有一个怎样的态度啊，这个都是我觉得能给我带来深深思考的这样一个促进。嗯嗯，好。 谢谢集合的朋友们，谢谢白老师啊！哎、今天、呃、白慧元老师啊、呃，感谢您来金河做客，<laughs> 下次务请来谈一会儿这个二次元民族主义啊！<laughs> <laughs> 我觉得您是属实是有点懂，你知道吗？还<可>、嗯、相信还会有更多的话题。呃、哎啊，如果说经常见面，哎，这是我们这个有关英雄变革这个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啊，这样一期节目，那么希望。 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在评论区积极留言啊，和我们共同讨论讨论这个话题啊。听起来可能很学术，但实际上不那么学术，因为孙悟空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啊。就不要问谁是悟空，你就是悟空。太好了，我们都是悟空，我们都是悟空。对，行，那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下次再见，好，拜拜。